好，请报告出席人数。报告全体会，出席委员十人，已足法定人数。好，我们现在开会，请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八届第八会期经济委员会第十次全体委员会议事录，时间104年11月16日星期一上午9:04至12:18，11月19日星期四上午9:03至12:15，地点红楼101会议室，出席委员陈明文委员等15人，列席委员许天才委员等33人，列席人员104年11月16日星期一，经济部常务次长沈荣金等6人，劳动部动力发展署检任视察游顺仁等2人，卫生福利部中医药师副司长高文慧等2人，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陈志清等6人，国家发展委员会产业发展处处长张发冠等2人，行政院国家发展基金管理处处长曾美信，行政院主计总处公务预算处研究委员黄耀生。104年11月19日星期四，经济部政务次长卓世昭暨相关人员，行政院主计总处基金预算处研究委员庄之凤，主席李召集委员桂敏。104年11月16日星期一，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讨论事项，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因应贸易自由化调整资源条例草案，经济部省常务次长荣金，行政院农业委员会陈副主任委员志清，国家发展委员会张处长方冠及劳动部有检认视察顺仁报告后，委员陈明文等11人提出质询，均由经济部省常务次长荣金、劳动部有检认视察顺仁、国家发展委员会詹处长方冠及行政院农业委员会陈副主任委员志清及相关人员即席答复。登记发言委员除不在场者外，其余均已发言完毕，询答结束。委员黄昭顺、高志鹏、邱义莹及张家俊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书面质询和未及答复部分，含委员咨询中要求提供之资料，请相关单位于1周内以书面答复并附之本会。决议另定期继续审查。104年11月19日星期四讨论事项，继续审查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非营业部分，关于经济部主管经济作业基金、水资源作业基金、经济特别收入基金、核能发电后端营运基金及地方产业发展基金。决议甲经济部主管一。作业基金，经济作业基金业务计划部分，应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及资产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部分，一、业务总收入99亿1595万3000元照列；二、业务总支出原列92亿8628万元，减列产业园区开发管理基金管理及总务费用50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其余均照列，改列为92亿8128万元。本期剩余三，本期剩余原列6亿2967万3000元，增列500万元，改列为6亿3467万3000元。三、结缴国库净额无列数。四、转投资计划部分无列数。五、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3亿5617万5000元照列。六、国库增拨基金额无列数。七、补办预算部分，加工出口区作业基金资产之变卖3764万4000元照列。八、通过决议30项，内容敬请委员参阅。二、作业基金、水资源作业基金业务计划部分，应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部分，一、业务总收入73亿8060万1000元照列；二、业务总支出82亿3563万元照列；三、本期短处8亿5502万9000元照列；三、结缴国库净额无列数；四、转投资计划部分新增投资20亿4800万元照列；五、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23亿7920万2000元照列；六、国库增拨基金额无列数。七、通过决议10项，内容请委员参阅。三、特别收入基金、经济特别收入基金业务计划部分，应依据基金来源与用途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基金来源用途及余处部分，一、基金来源197亿6629万元照列；二、基金用途原列236亿6830万8000元，
简列推广贸易基金新建国家会展中心扩建南港展览馆计划25亿3799万1000元，其余均照列，改列为211亿3031万7000元。三、本期短处，原列39亿0201万8000元，简列25亿3799万1000元，改列为13亿6402万7000元。三、结缴国库无列数。四、通过决议27项，内容请委员参阅。四、特别收入基金核能发电后端营运基金一业务计划部分，应依据基金来源与用途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基金来源用途及余处部分，一、基金来源108亿4994万1000元照列。二、基金用途原列44亿7611万7000元，简列用过核子燃料储存计划之专业服务会委托调查研究费，向下用过核子燃料干式储存密封钢铜盐物腐蚀劣化监测与防治技术研究2452万3000元，用过核子燃料最终处置及再处理计划之服务费用专业服务费，向下办理用过核子燃料小规模国外再处理业务14亿6900万元，共计简列14亿9352万3000元，其余均照列，改列为29亿8259万4000元。三、本期剩余原列63亿7382万4000元，增列14亿9352万3000元，改列为78亿6734万7000元。三、结缴国库无列数。四、通过决议7项，内容请委员参阅。五、特别收入基金地方产业发展基金一业务计划部分，应依据基金来源与用途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基金来源用途及余处部分，一、基金来源2亿4553万4000元照列。二、基金用途3亿9592万9000元照列。三、本期短处1亿5039万5000元照列。三、减少国库无列数。四、通过决议11项，通过决议内容请委员参阅。主席宣告本次会议通过之决议文字授权主席及议事人员整理，散会。议事录宣读完毕。好，因为我们在场的委员不足3人哈，我们议事录就暂不确定。那我们继续进行报告事项跟讨论事项，请宣读今日议程。报告事项，邀请行政院农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行政院主计总处针对行政院农业委员会主管预算项下及消费提振措施中有关补助购置农机具104年度及105年度预算之配置及运用进行专题报告，并被质询。讨论事项一。审查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非营业部分关于行政院农业委员会主管农业作业基金、农业特别收入基金询答。二、审查本月委员杨耀等19人拟具于会法第19条条文修正草案。报告事项及讨论事项宣读完毕。好。我们先介绍在场的委员哈，首先是李桂明委员，也是我们的招委哈。那接下来跟大家介绍今天列席的首长，首先跟大家介绍是农委会主委陈宝基陈主委，企划处曹少辉曹处长，畜牧处李春进李处长，辅导处张志胜张处长。国际处陈建斌陈处长，科技处卢虎生卢处长，会计室主任杨顺成杨主任，法规会执行秘书张学文张执秘，农粮署李苍郎署长，渔业署蔡日耀署长，林务局李陶生局长，水土保持局李正阳局长，农业金融局许维文许局长，动植物防疫检验局检疫局张淑贤张局长，畜产试验所黄英豪黄所长，家畜卫生试验所蔡向荣蔡所长，种苗改良繁殖场杨左奇杨厂长，屏东农业生物技术园区筹备处主任黄金城黄主任，
内政部户政司户籍行政科连立庭连科长。劳动部劳工保险局专门委员郑美玲郑专委，好，以及罗淑佩罗科长。行政院主计总处基金预算处陈雅慧陈科长。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是不是我们今天的议程哈有三项议案啊，我们就一起合并来询答哈。那杨耀委员不在，我们待会如果他到的话，要补充做提案要旨的说明的话，我们再请杨耀委员上台哈。那我们接下来先请农委会陈主委就三项议案一并报告。主席、各位委员，今天行政农委会主管105年附属单位预算，特别向经济委员会来报告，恳请各位能够支持。我们用这一个PowerPoint 来跟各位报告，本会主管的非营业基金的架构，大概可以分成农业作业基金跟农业特别收入基金。农业作业基金里面呢，大概是属于这个收支并列跟自负盈亏的部分呢。我们有农业生物科技园区作业基金，就是屏东农业生物园区的筹备处，畜产改良作业基金是畜事所，以及种苗改良繁殖作业基金是种苗场。另外，农业特别收入基金有农业发展基金，是由绘本部。农产品受进口损害救助基金也是绘本部，农村再生基金是水保局，另外农业天然灾害救助基金是绘本部，林务发展及造林基金是林务局，渔业发展基金是渔业署。那特别报告农业特别收入基金设置的目的及主要的业务呢，第一个是农业发展基金，设置目的是增进农民福利及农业发展，主要业务包括粮食收购与销售、农业贷款利息差额补贴、稳定肥料及相关资材供需、发放农渔民子女就学奖助学金、处理经营不善之农渔会信用部给付离农奖励跟产销调节紧急处理。另外，农业特别收入基金的第二项呢，农产品受进口损害救助基金设置的目的是针对国产农产品受进口而遭受损害或有损害之余的实施救助，主要业务包括调整耕作制度、活化农地、调整产业或防范措施，以及进口损害救助及稳定物价。第三，农业再生基金呢，是按照农业再生条例所发生的促进农村永续发展及农村活化再生，改善基础生产条件，维护农村生态及文化，提升生活品质，以及建设互利新农村。主要业务包括农村再生规划及人力培育、农村再生建设及发展。农业天然灾害救助基金设置的目的是农业生产因天然灾害损失，协助农民迅速恢复生产，主要办理农业天然灾害救助补助或贷款利息差额补贴，以减轻农民灾损负担，协助其迅速恢复生产。林务发展及造林基金呢，是奖励私人或团体长期造林，并为发展森林育乐，促进公私有林营里业务之推动，主要办理山坡地造林、森林游乐及森林铁路经营管理计划。渔业发展基金主要是促进渔业发展，主要办理奖励水产院校生上船服务，补充本国籍干部与船员不足，维持我国渔业传承跟发展，补助渔业相关团体刊物之发行，补助渔业通讯设备，以完善渔业通讯体系及维护渔民生命财产安全，符合国际渔业管理规范。种苗改良繁殖基金呢，设置的目的是繁殖供应优良种子、种苗及推展改良作业，主要配合政策产销作物优良种子、种苗以及推广改良作业，畜产
改良作物基金是配合畜产试验业务办理情绪及饲料作物供应及繁殖改良作业。那他办理畜禽品种改良与繁殖推广产销各项畜禽及饲料作物。农业作业基金啊、这一个第三个呢是农业生物科技园区作业基金，我们是105年新增的作业基金，发展农业生物科技，健全农业科技园区之设施及服务，主要业务办理。办理园区是开发、扩充、改良、维护、增购及管理等事项。农业生物科技园区扩充计划主要工作项目呢是开发167公顷土地，含整地、土建工程及五大管线、多功能生活服务园区及仓储工程等。这个啊基金是一个新增的基金。那105年的预算编列呢？啊，配合渔业法修正删除渔业渔产平准基金之设置规定，啊，自105年起将该基金并入农业发展基金，更需办理渔产品产销调节业务。106年将推动农产品国际行销相关业务以公务预算编列，以持续协助农产品拓展国际市场之业务，提升啊农业竞争力及其附加价值，发展农业科技并践行。并健全啊农业生物科技园区之设施及服务，奉行政院核定，自105年度起，于农业作业基金项下设立农业生物科技园区作业基金。那基金的来源编列451.54亿，较上年度498.15亿减少46.61亿，主要系拨充农债基金增加20亿元，拨充农发基金减少70.83亿元，因为农发基金100年起。提高公粮稻谷收购价格及推动私谷收购等措施产生的资金缺口，国库自102年拨充该基金的经费，除原有各年度计划所需外，并于102年至104年呢额外增加58亿、75亿、75亿，以弥平以前年度资金缺口。所以我们只是今年只是恢复到啊原来的基金的规模，104年。度以前资金缺口全部弥平后，啊，还款之经费不再编列。至105年呢，国库拨充农发基金减少70.83亿元，但是并没有影响啊支出。基金编列用途394.57亿元，较上年度382.32亿元增加12.25亿元，主要是调整耕作制度活化休耕地计划经费增加所致。预估105年基金余额是543.83亿元。啊，基金农业特别收入基金呢？啊，农业发展基金啊，编列210.20亿元，主要包括粮政业务140.82亿元，农业贷款利息差额补贴28.62亿元，稳定肥料及相关资材供需20.57亿元，农渔民子女就学奖助学金11.96亿元，处理农会信用部啊2.13亿元，离农奖励金1.08亿元等。农产品受进口损害救助基金啊97.27亿元，主要包括调整耕作制度活化农地呢80.85亿元，调整产业或还款措施15.90亿元，农村再生基金58.41亿元，包括农村再生建设49.79亿元，农村再生规划以及人力培育8.62亿元，农林务发展及造林基金是7.56亿元，包括啊，全民造林4.02亿元，森林游乐及森林铁路经营管理10.87亿元，奖励啊辅导造林2.5亿元，农业天然灾害救助基金10.86亿元，渔业发展基金0.27亿元，业务总收入编列啊4.32亿元，较农业作业基金的业务总收入编列4.32亿元，较上年度2.44亿元增加1.88亿元，主要是本基金下增设农业生物科技园区作业基金所致。业务总支出3.89亿元，较上年度2.18亿元增加1.7亿元，主要是本基金下增设农业生物科技园区作业基金。105年预算啊剩余0.43亿元，预估105年年底基金净值20.65亿元。永续发展农业是政府不变的政策立场，持续提升农渔民福祉是政府一贯努力的方向。啊，本会陆续将所获得有限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
感谢各委员长期以来对于农业的关怀跟用心，在各位的指导之下呢，未来台湾农业呢，跟开创美好的未来。第二个，我是不是继续报告？我三个。那简短好不好？啊，诸位尽量简短哈，谢谢。好，谢谢。提振消费提振措施补助购置小型农机具实施计划预算配置及运用专案报告。这个计划的缘起呢，是配合行政院推动消费提振措施，我们本会提出补助购置小型农机具实施计划，计划经费也预算是2亿元，补助预计补助农友购买20000台小型农机，除扩大内需与活络经济之外，能纾解农村劳力的问题，提高农耕效率。补助期间是104年的11月7号至105年的2月29号，申领补助期间是104年12月1号到105年3月10号。采先申请再购买后清零补助的方式，补助对象国内实质农业生产之个别农民，不限农会的会员，每位申请农民以补助1台为限，补助机种及金额呢，以中耕管理机、农地搬运车、田间搬运车、动力喷雾机、动力施肥机、采茶机、检查机、树枝打碎机、土壤钻孔机、链锯电剪、割除草机、蔬果分级机、豆类选别机等14种，主要是补助上限依购买价格补助1/3，预算经费来源计划经费2亿元呢，由农村再生基金啊、农村再生建设及发展计划的农村发展及活化向下支应啊。那我们计划经费的分配呢，考量各地区农民的需求及经费的公平性，我们原来是系按各县各乡啊、镇市区辖属耕地面积做分配。那经费分配的这一个原则如下呢，那耕地面积500公顷以下的10万元，6000公顷以上的120万元。那办理的情形，11月到20日为止呢，有289个农会受理农民申请，申请总额呢是2亿6309万，超过原计划2亿元，其中189个农会受理申请额度超过分配金额，这个分配的原来给他们的金额超出了1亿902万元。那这样子也表示说啊，还有100个农会呢，他的申请额度是不足的。申请超出额度的部分主要在农业县市，包括台南市超出1750万元，嘉义市超出1360万元，彰化县1208，南投县977，屏东县940，高雄市924，云林县772万元，苗栗县746万元及台东县616万元不等。那下表呢请参考。那个别超出的部分呢，台东地区农会541万元最高，美农505万元，竹崎地区农会415万元，麻豆区农会272万元，新里乡农会246万元，高树乡农会243万元，太麻里区农会209万元啊。如下列，那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呢？按照各地登记申请的情形，机动调配金额优先支援。另外呢，为了达到提振消费的目的与符合农民的实际需求，我们已经由行政院同意增列2亿元，计划总经费增加到4亿元，在年底购置的这一个农业机械呢全数纳入办理，那全数纳入办理，掌握年底申请登记跟购置交货及经费运用的情形，我们将积极办理这一个消费提振措施呢，补助购置小型农机农机具的实施计划，并掌握各地农民申请核销作业，适时调配经费以反映各地的农民需求。因为这个计划呢，是在政府重大政策之后我们首次列入呢，对于农业机械小型农机的补助它给很多这一个农民呢、有很好的这一个有很好的这个诱因呢来从事。第三个我要报告呢，审查立法院杨委员要等19人拟具渔业法第19条条文修正草案。那大院杨耀委员等19人拟具渔业法第19条条文修正案呢，其修正内容重点为民国87年11月12日前入会之渔会甲类会员，使户籍迁出后，又于民国87年11月
十二日前迁回原渔业组织，持续从事渔业活动，并按年缴交三年会费，其渔业甲类会员资格应视为未中断。那基本上啊，本会同意这样子的修法方向，但是在文字上呢，我们并不用这一个会员资格未中断，我们建议呢修正为自其迁回之日起视同再入会，因为呢如果他不视为未中断，未来对于许多农会跟农保的业务会产生了许多竞合的现象。那这样的文字修正呢，跟杨爱委员所提案的呢，其实是目的是一样的。这都是在87年11月10号以前呐所发生的情形。那他们已经累计已经超过15年的年资符合请领老农福利津贴的这一个条件。所以并不影响整个修法的内容。以上报告，敬请指教。好，谢谢我们陈诸委。那么在进行宣达以前请问各位同仁对上次会议议事录有错误？好，没有，那我们就议事录确定。然后接下来我们进行宣达。现在进行宣达委员知情权有做几点宣告。每委员今天我们发言时间以8分钟为主，必要时得延长2分钟。上午10:30截止发言登记，如有临时提案，上午10:30我们左右进行处理。好，我们开始进行询答。接下来我们首先请李桂明委员。好，主席，我们麻烦请主委。好，请一下陈主委。议员好，主委早，我们今天就不上课了哈，我们直接切入主题 ，OK。我今天其实要请教主委呢，是关于那个生技生技以及基因改造的这个食品的问题啦。不过因为您刚报告了三大项所以我想先请教一下你今天报告的那个内容。第一个关于这个购置补助购置这个农机具的部分呢，我的第一个问题是说。这个钱，因为我看你上面报告内容，你是会给农会嘛？哈，是。但是呢，你的那个内容又说，其实不限于农会的会员，所以怎么样子确保农会它并没有歧视啊？就是真的能够，因为上次本席也有机会参与你的这个百大青农的部分，我觉得这些的青年人其实应该给予真正的一个鼓励然后跟协助啦哈。那这些青年青农呢，如果他不是农会的成员，如果他也有需要这些机具的话，怎么样子确定他在申请的时候他不受到歧视，这个钱是真的可以进到这些需要补助鼓励的年轻人手里？是第一个，我们要求农会不能够拒绝非会员的申请。对，如果非会员被拒绝的话，他可以透过我们的青农辅导系统以及各地的农粮署我们有专线呢可以来让他们来申诉。可是诸位，你的报告里面呢，同时显示了申请是有超额的情形。是的啊，如果有超额的情形产生的时候。那他农会有没会不会就是他以他的农会的会员为优先，然后因为是超额嘛，所以并不是他不给嘛，而是说他是没有那个能力给，还是超额的部分你怎么解决？ 我们不以会员资格为审查的依据，我们是以配合我们农委会推动的政策，比如说是 QR Code 的追溯系统、产销履历、吉原谱安全农业等等这一些项目的生产户为优先。好，并不是以农委会员为优先。我懂，但是怎么样子确保执行的过程当中这些非农会的会员不受到歧视？是，我们刚刚报告过，就是说如果他被农会拒绝，或者在审查我们的各地的农粮署分署会有复查的这个动作，那我们可以从那里面呢来发现。那我们的农会呢，其实他对于会员农机的这个补助我们历年来都有这样的计划由农会来执行。好，主委，你可不可以很简单的说，好，就是说你有信心有把握我们所有的这一些的补助款呢不会工作选举的补助使用？选举也就是说
跟选举相关的补助使用？不会，绝对不会。不会，因为我们第一个用这个面积去做申请，那这个完全跟选举没有关系。好，第二个申请超额的部分呢，我们已经增加了我们的预算额度。好，然后另外一个本席要请教你，就是说按照你今天的表列上面看起来，那个各个区域的那个补助的内容呢，金额也大不同啦。哦，也大不同。当然我们可以理解，就是有些的县市是农业县市，这个我们理解啊。但是你的实际上面的，按照这个今年也不是第一年嘛，历年来的执行的情形，跟这个也是常常我们有这个院里面的委员常常说，哎，为什么这个他的区域的这个补助的金额是比较少的，南部为什么比较少的？可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情形是刚好相反的。我并没有说台北要多，因为台北毕竟是都会区啊，这个我懂。但是我们从这些的农业县市上面来讲，为什么有一些多到这个比例啊，相当的不相当啊，非常的不相当啊。那您的标准是什么？第一个，我们以配合农委会的政策的生产户为优先，就是有机农业啦，我刚刚讲产销履历啦，所以嘉义是最符合农委会的，是嘉义是最符合农委，所以这个不是嘉义最符合，它是申请的需要。申请的需要，因为我看你的报告上面有个殷切地区嘛，对对对，殷切地区，然后是申请，那是申请接受申请的案子，对，但是你刚刚前面提到那个政策面上面来讲，也是要最符合，他申请不一定就核准了，好，农委会有初审，哎，要按照我们的这一个，因为一个政府的补助啊，没关系，诸位没关系，我们持续的来看，是，我们持续，反正我们事前提了嘛，我们事后还是可以看啊，然后那个进口救助补。进口损害补助的部分呢、啊？进口损害补助基金的部分呢、啊？在你这个 PowerPoint 的第六页的地方哈、啊，那个上次您没来哈、啊，您的副主委到的时候，我们有提醒哦、啊，对于进口损害补助的部分呢，你的方式应该要注意，那个钱不是直接给出去，因为那个会有 subsidy 的问题嘛，好，主委对不对？所以你应该是鼓励怎么样子让我们的产业能够健全，而不是说直接把钱去做 subsidy 的这个动作嘛。主委，我们目前农委会的做法是符合国际的要求嘛，是不是？是可以。好 ，OK， 好，我们回到那个今天的重点，基因改造。主委，我相信您很清楚哦，美国呢在前一阵子啊，他已经核准了贩售基因改造的鲑鱼啊。主委，您知道吗？我知道，知道。对，好。他两年以后才上市场。好，那我的问题是在这里，我们台湾的部分对于，而且他的规定是，他的这个基因改造的食品，他是不用标示的哦。这是他自己的规定。好，他自己的规定。那在台湾呢，基本上面来讲，我们是强制标示的嘛，哈。那我们又讲说，我们要开放市场，所以将来这些的基因改造的食品是不是？这个有可能进来台湾，好，然后有可能因为你开放市场嘛，哈，进来台湾之后呢，怎么样子再从第一个时间的部分呢，就可以做，因为我们是强制标示，对不对？怎么样在进的第一个时间，是说还没进之前你就已经要求他要做标示吗？还是到底你现在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让消费者可以很明确的看到他在买的这个产品呢，到底是基因改造的还是不是基因改造的？因为按照我们的食管法，基因改造的食品是要标示的嘛？对对对。那目前我们其实也基因改造的也只有这个什么大豆啊、玉米啊、什么玩意儿这些的东西，并还没有到鲑鱼啊这些的东西，对不对？是。可是因为美国已经有了，已经准许了，而且他已经同意，他是不用标示了。怎么样确定？就是说我们台湾的进口商会不会买了这个没有标示的基因的鲑鱼，基因改造的鲑鱼，然后他也不知道这个是基因改造的，然后他就进来台湾，然后台湾之后我们在市面上将来就充斥了一些基因改造的食品是我们不知道的。第一个，我们基因改造的这一个进口食品的进口必须由卫福部来同意才可以作为食品使用，这第一点，并不是美国核准我们就必须进口。诸位，我懂。我刚
我刚前面特别讲了，哦，就是说我们还是会按照国内法规嘛。可是你要知道，贸易直接进口的一个情况之下，可能进口商他自己都不知道啊，因为他在所在帝国并没有要求他标示啊。没错，但是我们要要求。不是你要求，但是我们要要求，我要买的，我要买的，我要买方，我要买方，我必须要很清楚，因为你进来在这里，我要标示，所以你一不管你在美国有没有标示。进到台湾来，你要给我分清楚。我懂，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像那个我们现在的大豆、玉米也都是这样子，好，所以这个不是问题。你确定这个不是问题？这不是问题。我现在讲的是说，连那个出口商啊，美国在地的出口商，因为他的市面上面来讲，并没有强制标示嘛，对不对？他也不知道那个是基因改造的。他如果要卖给台湾，他就必须要知道。那你有要求他要去查证？没有，我们现在还不准他进口啊。我懂，像我们的玉米大豆啊，要没玉米大豆，它是非基因改造，它就可以标非基因改造。它基因改造，它就进来，我们就全部视同是基因改造。现在的大豆跟玉米是这样子。好，那我跟主委报告，现在除了大豆、玉米之外，又包括了美国的鲑鱼。哦，最起码这个还没有。他已经连美国两年以后才会上市，啊，我懂，哎，但是我的意你在一开始就说了，那我的意思说你不能够等到上市产品已经在上面了你才做因应措施嘛，对不对？对，你应该像美国他即便是两年之后他在今天他的规定就已经出来了嘛，对不对？所以你今天相对应于我们要加入 TPP 我们要开放，事实上它是一个国际趋势，你是不可避免的。那既然是不可避免的，今天我们要预为任何的一个预防措施或相关的措施我们有没有在进行？有啊，好， 有在进行。有好，我第二个问题要请教的，因为时间有限了，我直接跳到货贸谈判呢，啊，这次的货贸谈判的部分呢，里面也有跟农委会相关的嘛，对不对？ 是好，不管是这个动植物防疫的检疫啊，尤其是这个食品的部分，农药的这个用药的这个部分，那这些部分的话，农委会怎么样子处置？我想用药的部分呢，因为我们知道大陆地区的食品的安全规范跟我们不太一样嘛，对不对？按照我们的标准，主席站起来了，对，按照我们的标准。对，但是我的意思说你怎么样去控制了？我知道法令规定，另外一个是实施的嘛，哈，是能不能拜托会后让本席了解一下？好，好，就是不是理论，理论我们都很清楚，是，我们都知道要管控，要管控，可是你怎么样子可以达成那个目标，好不好？ 好，谢谢，好，谢谢，谢谢。好，谢谢我们李昭伟，接下来我们请黄昭树委员。主席，我想请主委。好，请陈主委。主委早。有几件事想请教主委哈。是。我间接从那个媒体上知道说，我们最近这一段时间，大概跟菲律宾的谈判的一夜谈判已经有具体结果。是，已经签了。已经签了。已经签了。那换句话讲说，包括临近期的捕鱼，我们都没有问题的吗？临近区啊，在后续的谈判里面会继续谈判。临近区的目前还没有谈好，还没有，只有三个大原则。哪三个大原则？第一个就是我们要这一个不可以使用武力，不可以什么武力？武力，武力，哎，好，对。第二个就是我们要这个快速的通知啊，快速的释放。所以换句话讲说，我们在整个菲律宾的谈判当中。虽然还有这个临近区捕鱼的这一块还没有去突破，那但是这边的这个大方向已经都处理好，已经白纸黑字了。哦，白纸黑字不再只是说我们协议。你白纸黑字要不要拿出来给我们看一下？有啊有啊，可以啊，我们可以送啊，因为这个外交部已经公开了，已经公开了哈。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无论如何还是谢谢主委这段时间的努力，大家的努力，特别是海巡呐，海巡的实力也是。让大家一起。海巡的实力，这是就是他护渔啊，护渔啊，啊护渔哈，护渔啊。所以我想，不管是日本的，不管是菲律宾的，对，可以说在这几年当中，算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突破。而这个突破是几十年来我们大概努力的一些成果。那接下来的这个部分就是临近区捕鱼的这个部分，
你大概有什么把握可以在多短的时间内把它完成？这个临近区啊，其实是按照国际公法哈，对，十二海里到24海里是可以协商啊进去捕鱼的部分。可是菲律宾这个国家很特殊，它很多岛，它如果把12、24海里全部都禁止掉的话，大概一片啊，你都没有办法进去。所以这一块呢，我们是菲律宾也同意，我们另外的工作小组里面去积极的协商，对对对。积极在谈，我们好像是一月马上针对这个问题，一月应该就会完成，就要不是完成就开始要谈，开始要谈。就像我们在那个台日约谈判，我们钓鱼台谈了17次啊，我知道，所以这个工作小一直谈。那在谈的过程当中，大概就是保持我们现在这一个比较低调的方式去谈。哎，对，然后他就按照我们现在白纸黑字的这个合作协议，这个，不要到时候又是扣了以后啊，无限期的扣押，那个不行，我们是快速释放，然后快速通知我们。好，我希望这个部分能够更快速的得到我们的答案哈。好，因为这段时间不管怎么样到明年的5月1号应该算一个阶段嘛？是。那诸位在这段时间的这个部分的表现，我们会努力，我想大家都很给你一定程度的肯定，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个阶段当中，不管明年的选举结果是什么，那我们希望能够很明确的让我们的移民知道我们的成绩哈。第二个，我想请教你，前一段时间苏澳那边还有全国的移民都不断的提出来，就是我们对外劳的外籍移工的薪资，以及他们的时工都产生一定程度的困难。那当然前一段时间我们有找渔业署长来开过协调会，是。那渔业署跟劳动部显然两个部会的主张不太一样，那渔业署是希望说由劳动部去做修改这个条文，那劳动部是希望我们从渔业法做渔业专章。但是我想如果说我们行政单位依旧各司其事的话，那未来在这一块我们极可能是没有办法处理的。所以本席要在这里强烈要求主委，我们能不能做渔业专章当中，就是不要从劳动部去，因为渔业的工作跟劳动一般的劳工其实是不一样的，他们工时的计算，他们整个那个工作的性质是截然不同。所以诸位，你能不能够在行政院，在我不管是你要主导，或者是劳动部要主导，还是我们需要在一个政务委员来处理这件事？我想请政务委员来协商。那我个人的意见，我是认为渔业的劳动力啊，必须在我们农委会的法令上去做规范，不是劳动部，因为不是劳动部，劳动部是一个非常一般性的规范啊，工时的规范，但是实际作业啊，每一个行业不一样。所以你还是主张在渔业署的这边渔业专章。对，我们用什么方式渔业专章，或者是什么，我们请政委员来协商。因为我是觉得，那主委，比如说我讲的那个农业劳工农业外劳的引进，农业外劳的引进，这个跟一般外劳工厂外劳的管理跟引进不一样，工时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你如果用那一套来放在其他的产业里面，其实是这个，比如说像劳工这个有工作时数，我们的农民哪有工作时数？对，那现在渔业这个是一个概念上的问题。现在渔业也一样哈，是的，因为渔业它例如那个远洋渔船走出去，一叠船定的捆，这工时唔在边啊省。对，这个我们会来。对，但是我要跟主委讲，就是我们渔业署的署长是主张从劳动部去处理。所以当天的协调会就各说各话，所以主委我很高兴你今天站在这里讲的是应该要脱钩来处理，对对，用一个渔业署的渔业专章的方式来处理。所以署长好，署长今天站在你旁边，署长农委会的主委马上要做部长的人了，他已经很清楚的讲。那我是觉得这个，我老美公了，你们华省公了，你看我轮着你讲。署长，你还要坚持你当天协调会的主张吗？按了何一讲呢？
没有了。这么怀疑啊？你是跟我讲？这样子，我跟委员报告，因为那一天的话，委员说，哎，这两个部会大家在协调嘛。那我们现在就是当天我表达的意思是，就目前的这个组织法，就是劳动部的组织法，以及呢这个劳基法的这个规定呢，目前的这个权责完全是属于这个劳动部的。那所以委员说啊，两个部会来协调，那我也同意说两个部会再来说。你应该不会再主张说坚持说一定要从劳动部去处理吧？应该不会。你刚刚听农委会主委讲得很清楚哦。好，来，这个主委瓦利亚哈，因为迄日那一天他就是很清楚的主张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所以后来我们的协商是说两个礼拜内。把这件事情能够做一定程度的解决，所以主委刚才听到你这样的答复，我觉得蛮高兴的，你真的蛮清楚每一个行业他们所做面临的困难。我们今天引进外劳，或者我们引进移工，或者引进农工等等，都必须要符合他们真正需要而且他们的工作性质。所以如果我们要从劳动部去处理的话，显然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部分的问题。我想劳动部也会协助我们来解决。劳动部那就像那个大学助理工时那个事情一样嘛。对呀、啊。到最后还是变成学习型。那你为什么不让教育部或者是大学里面去定义？对。就省掉很多麻烦，而且呢，因为每一个阶段的那个特性不一样。就像你讲的，你说远洋渔业的渔工。对啊，他在休息的时候算不算工时？他那个船在躺在上面，对啊，他一定是这样子的工作、哦。那他的工时是不是一定要早上到下午？啊，晚上就不是。他很多很多我们的这个在路上的工时也是，他是夜班啊。对，对，所以这些东西啊，我们要提出来一个我们适合我们的管理，但是我们绝对也不能够违背劳动的基本条件。当然是这样，但是如果这件事情没有办法解决的话，我想所有远洋渔业界的外籍劳工的问题是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解决的一件事。是的。而且那些船主就不断的收到很多的红单，那然后他完全没有办法经营。所以我希望主委哈，刚我听到你的答复我觉得蛮好的。所以，叶署长，我觉得这个部分也不必再经过什么政务委员再去协商。其实，两个部会在协商的过程当中，农委会农委会主委自己心里已经有定见嘛，也知道这个定见应该往哪一个方向去走。所以我们希望在最短的，甚至不用两个礼拜，我们就可以处理这件事嘛，是不是这样？我想这个部分呢，我们会还是请政务委员跟劳动部一起来协商。你要请哪一位政务委员？应该是叶政委，他是管农业，对，管农业。我希望这个事情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处理掉哈。好，那最后一件事就是我这两天看到你们现在是针对农业的机具做补偿，是不是？对，小型农机。小型农机，那这个部分的经费你们大概花了多少钱？现在我们的预算是2亿不够，那现在行政院呢同意增加一倍，那这个我也非常感谢。你们预估这个部分可以有增加多少？我们在这个上面的产值，我想这个产值是延续的，除了农机的产值之外呢，对，对于我们农耕的效率啊，对，也大幅的提升啊。那我们其实在今年104年，我农委会自己的预算调整，我就已经提出了1亿4000万的农机补助。没关系，这个部分你再给我一些书面的。好好好。但是我今天最后一句要讲的是，我看了你整个的是对农业有补助，但是对渔业是空的。所以我想农委会可能不能够只重农而轻渔，所以这个部分渔业界也在反映，我们能不能够把它扩大到农业的部分、渔业的部分。我想因为这一个刺激景气方案齁，对，缺工这都是小型的，那渔业跟畜牧业还有农业大型的机具的部分，我们在平常的公务预算里面都没有，所以我在这里特别感谢行政院毛院长，再去研究一下能够融入这个东西在刺激经济。你如果可以把渔业的小型的这个部分也把它放进去，可能这个整个做起来会更周延。所以我想今天那个主席已经站起来，我就不再讲，但是我希望你给我书面，你回去再研究，因为我看你们一个案子一个案子在扩大嘛。那如果说农业有，渔业没有，那渔业界说阿丁侬
看我们较大，因较大，我们较细汉，安尼未通啦。也有那个渔业有的，农业没有的啦，哎。不能够这样，每一个行业都有特殊、啊。诸委，你不能跟我这样子哈，我觉得这样子的话，按那给搞的不艺术哈，所以我希望诸委能够就这个部分再去研究，看怎么来处理哈。好，以上，谢谢。好，谢谢黄昭顺委员，也恭喜黄昭顺委员哈，啊，确定已经当选李部长哈，恭喜哦，下一届再见哈。好，接下来我们请一下我们邱莹委员。好，谢谢主席，我是不是请一下陈主委？好，好，请陈主委。主委辛苦了。主委早，主委，我想这个我们行政院啊，这个推出所谓的要补助购置农机具的这个方案啊，看起来其实是看起来像是不错啦哈。那当时这个刚刚开放申请的时候，其实在地方上引起非常大的反弹，包括这个僧多粥少啊，这个2亿很快就不够分配。那我记得我们在审查预算的时候，本席也跟主委提过，这个两亿到底怎么分啊？那你各个农会到底能够分得到多少钱？那现在看起来每一个农会其实分到的钱都不多嘛？对，好、啊。主委，你们觉得将来有没有什么可以改变的地方，可以改进的地方？我两个，一个就是说，在我们的补助标准啊，我们那几项补助标准之下，我们到年底买的，我们全部补助。你现在等于就是说，只要有去登记的，对，就全数补助。不是，要审查合格啦。那审查合格的审查的标准是什么？就是你在要求或者是说让农民去登记之前，有没有告诉他们你有一些限制，有一些审查的标准作业？有有通报吗？有各区农会都知道吗？对，不是这个标准是什么？可不可以说明一下？我们已经开过讲习会，开过几次的讲习会，我们请署长。好，来署长，请说明一下。政委报告，在这个计划成立以后，我们对各县市我们都这个农会都开过讲习会，每个乡镇农会我们都跟他讲过，而且是正式的公文先文出去，他们应该都可以去对外说明。比如说那个资格是什么，你可以说明一下。就是实际从事农业的农民，就这样子而已。哦，所以他的资格就是实际从事农业的农民。对，但是以那认定呢？认定是由农会来认定。对，农会来认定。但不是农会会员也可以，可以，他当时就特别注明非会员，不限农会会员，不限农会会员，所以现在等于是说大家都是人人有奖了。现在如果因为你的原来2亿已经不够了嘛，好，所以你们现在又再增加2亿嘛，是不是这样？对，好，那这个2亿再增加下去，等于是人人有奖，各个农会报上来，我看一下，像我们。南部地区包括美浓、美浓、六龟、甲仙等等，都可以，这个应该都可以。我们现在不足备呢，我们现在的预算已经超出我们的这个申请的额度，啊，所以我们这个不足的部分都可以补助。不足的部分都可以补助。我知道你们以前哦，大概只有编列5000万嘛，在这个部分上面。对，以前只有编列5000万，每一年5000万都会花完吗？都花都不够，因为当时一个乡镇大概只有30-40万，所以当时都不够。好，来，主委，我是觉得哈，这个政策利益是良好哦，但是非常仓促去推出，没有配套，没有说明，然后你让农民一窝蜂的去抢登记。那这个过程里头又造成非常多的误会，很多的农会在执行上面也面临到非常大的困扰，是不是能够让我们的政府在未来有类似这样的一个利益良好政策的时候，其实相关的配套措施、相关的方案研究都应该事先去做好规划，而不是仓促的讲一个两亿，那两亿出来到底需求是多少？哦。规范是什么？这个都是后面才去加上去的，啊。我们看到我们在地方听到非常多的农民呢，是怨声载道啊。
那你这个补助呢，其实也非常的少啊，对农民来讲还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啊。但是他们都申请的很踊跃啊。我知道啊，当然申请很踊跃啊，难得政府要。所以不是说补助的少或者他们很大的负担他们就不要啊。无啦，即马唔是讲因无爱啦，即马就是讲恁会当加补助寡无啦，重点是伫家啦，唔、哦、是讲因无爱啦。那他绝对不会因为少而不要嘛。农民最需要的就是这些东西嘛，他只是希望政府能够多一点补助嘛。我们是希望吼啊、单对个别补助维持三分之一，然后让补助的面可以扩大，让这整体的农业耕作、都能够上轨道这样子。不要再用很多人力让他们省工、哦、所以 这一点、啊、我们会因为三分之一三分之三也给地方政府一个空间啦。我知道有些地方政府他补助三分之一，所以我在谈就是说你相关的配套是不是能够做好完整的规划，好，我们以后再去把这个政策推出来，不要这样急就章的感觉，好像是选举到了还是说这个农委会钱太多花不完，赶快就推了一个两亿的政策出来，然后造成农民一阵恐慌一阵手忙脚乱，然后不足额的时候现在又再去从农村再生基金再去挖了两亿出来再来填补这个缺口。我们的那个例行的5000万到1亿都是按照这样这种作业方式，那农会也都很知道怎么作业啦。所以为什么当时有委员讲说为什么不到县政府，为什么不到乡镇公所、哦、因为乡镇公所跟县政府以前没有办过，就是农会有办过、哦、就是农会有办过。好好好，那这样我了解了，谢谢谢谢谢谢。好，谢谢谢谢我们邱莹招委，接下来我们请陈明文委员。陈委员请准时啊。那你尽量发挥了。好，主席，我们请那个陈主委，谢谢。好，请一下主委。陈委员好。好，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哦，特别这个专案来讨论有关农机补助这个问题啦齁、哦、我觉得这个为了要促进景气齁、哦、提振消费齁、哦、这个措施啊颁布以后，我当时我就在这里有没有特别跟你提醒这个会政策买票哦，有无你也给你齁、哦、结果齁、哦、结果齁、哦、这个政策买票就很明显，全国各地啊，为了今天的公布，明天在弄，然后顶聊聊，这是什么原因？啊，就申请完了，这是什么原因？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我们啊，按照耕地面积去这个分配原来的额度嘛，哦，耕地面积啦，农机的是不是用农地嘛？我啦，我知啦，就讲你这个补助这个各处农机计这个部分啦，吼、哦，也就是说今天这个。这个公布以后，这个明天早上，这个要申请就没有这个额度了啊？为什么会是这样子？这个你们有没有实际去了解一下？因为他那个需求在某一些地区非常的高，可是还有100个农会哦，登记了三个礼拜了，还是没有满，还有100个农会，还有100个农会，就是这个100个农会是什么地方？很多在都会区、啊、对，但是呢，但是南部地区也有哎、欸、啊，南部地区也有哎、欸，哪个地方？来，哪个地方？你们告诉我一下，哪个地方会也有？南部地区的啊，我只是要了解说，为什么这个第二天早上要去申请？那很多的农会的这些承办人员就跟农民讲说，额满了。我不了解了，所以我要在这里要请问了，就是说那我会把这个资料送给你，这个有100个农会还没满呢，那你简单讲一下100个是哪100个，100个农会哪100个，永安农会也没满呢，不，你跟我说地区永安农会、然后欢乐嘛，无满，欢乐，
欢乐乡也没满。别讲，好，别讲，你起码欢乐啊，欢乐好一百级啦，吼，中部好一百级啦，德建嘛好一百级班啦，对不对？是不是安尼？输掉，没有错吧？中部加德建百级啊，欢乐一百，好对吧？地面积，啊，起码我跟你讲啦，你讲银金嘛，吼，就讲德建起码申请偌济，你知啊？你敢知德建现在偌济啊？中部偌济啊？欢乐偌济？你敢知？你敢知啊？你现在有没有？你这个资料要重新更新啦、啊？这24号哎、欸，到24号。所以我跟你讲，那要不然好，你24号，我现在的主体多少？主体现在多少？主体中埔多少？环路多少？主体500多万啦、啊。对呀、啊，中埔180，中埔240了啦。哦，现在已经240了啦。哦，对哦，环路也已经要将近要150以上了啦。我只是告诉你，就是说嘉义的情况是很清楚。哦，就是说农基金的补助。需求是很高的，那现在坦白讲，哦，就是说你现在你马上这重新在整个这个政策上做一个调整，也就是说现在你来申请的，我拢要给你，啊是到底即摆你来申请的，我要阁加一倍给你，你到现在没有讲清楚哦，啊你只是把申请的时间拉长，是不是这样子？没有拉长啊？什么没有拉长？你现在你不是到原来的，你原来的公文是给人家是到所有28、29号嘛？对、啊，没有错吧？你现在改到2月30号嘛？没有错吧？没有啊，本来就2月29了啊，没有啦，公文是所有29啊，然后申请补助款的申请时间是到2月30号嘛？3月20号了，2月30号，3月10号，所以现在我就要问你嘛，就是说。因甲我讲，你12月叫我爱申请完成，啊，即摆讲起来先，即摆你甲我讲安尼到底我会当阁收到12月去啊？啊，到底安尼先是到底是要时间点是要调整啊？当时，但我看到他们的反应了，但我看到你今天的报告里面，你说就写得很清楚，就补助时间是到2月29号，对，哦，就是105年2月29号，但是你申领补助的期间。是延到105年3月10号，本来就延，哦，是不是这样子？没有延啦，本来就这样子啦。你2月29号，如果2月28号买，你怎么可能2月29号就补助嘞？他还要审查，还要，所以我们有一个两个礼拜，差不多2个礼拜的缓冲嘛。不是啦，你补助的期间嘛，什么叫补助时间？什么叫申请补助的期间？说明一下，你买了以后才来可以给我申请补助款呢、欸。对呀、啊，不是我先给你呢。你讲你讲讲补助的时间就是到100空隙年11月7日开始嘛，到100空隔年2月2日到截止嘛，对不？申请买的时间跟申请补助期间，那是补助期间嘛。但是你的申领补助期间是104年的12月1号起至105年3月10号嘛，是不是这样子？对嘛？啊，那你就说要先申请再购买嘛？对啊，对啊，对啊，对不对？对啊，对啊，对啊。那现在问题就是说，你现在是102，譬如讲我几红顶为80万的，100万不定嘛？等起码你的额度都满了嘛？你起码跟人讲，我给你个收嘛？啊，到底是当会当收到当时收到2月2号，是不是呢？会当收到2月2号是吧？是啊，没有错吧？是啊，一直可以让他们登记到。对，那现在是120万。的上限是多少？你们没有讲啊，所以他们一直让他登记啊。没有啊？什么没有？没有上限了，没有上限。我、哦、现在已经没有上限了，是。限了，但是你今天报纸是好，你今天报纸是登2亿再加2亿4亿而已哦。对啊，对啊。所以人家以为说啊，那八几班够高，八几班的一下细班哦。嗯。啊，你这样一直说没有上限，是可以一直说，没有错吧？是不是这样子吧？对。好。但是啊。不是你申请就有，讲清楚嘛！不是你申请，对啊，但是你不是你申请就有，我们还是要经过审查、哦。嘿，这个我懂啊，你要审查，这个当然要嘛。对啊，我也一直在跟你讲嘛，就是说你们审查机制要透明化嘛，哈、哦。有。那么要严谨嘛，有、哦、啊，才不会落入所谓的政策买票嘛。嗯、我们是希望就是说很多事情是这样，但是现在发生一个状况的啦，诸位，基本上讲你这个政策。含迄、那个含迄农机公司农机业者无配合啦，所以你怎去农机行买都买无农机，安尼免啦，安尼免啦，所以你是买到了后才会当补领嘞，真的、啊啊啊啊啊？那你现在他没有农机可以卖你了呢，怎么办？怎么办啊？现在基本无回啊，这样无回啊，你像我那播放机也无回啊，无回啊，怎免啦？
嘉明啦，怎么办？我们当时就回，没回，没反密啊，没回。你讲个小话，无回要反面。你讲个，你是要欺人要卖面啊？你这叫人无回要反面。现在我被停彩哦。不是啦，我现在要问你，这是不是？是因为你这样一个促进消费。那现在这个促进消费以后，现在确实农民有需求了。譬如讲，你帮人家一台十几万，哦，你当买补助伊三万块，哦，伊刚刚好，我来买咯。哦，过期都无补助，我来买啊。吼、哦，房价一台七万块，你当补助两万块，我来买好啊。但七万块我买都无物件通卖啊，安尼变了。现在大概已经农机行已经没有货可以交了啦。那这样子是不是你们这个申请补助的这个时间还要不要再拉长？我就要问你这一点啦、啊。作业上你们是不是可以做一条调整啊？没有没有，好不好？不要再改了，不要再改了啊！不要再改了。啊！不要再改都不好，你哪呢？那也不好。拢记得，不好就无遐侪人申请啊，你无好。什么啊？你讲啥？遐侪人咧申请，哪会讲无好？唔是啦，你赚唔到遐侪人申请，都买无米啊！你遐侪人申请做无好？啊！你都啊！你唔得坑诶！各位小伟，我现在要讲说，农机行现在没有货可以交了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那、啊、你动作快点，公销喂！不是，哎、啊，不，你有了有了，你不要这样拉一拉。现在我只是在反映我的地方的情况给你知道嘛。不会再延长了，不会再延长。哦，你这，所以我们在工地这人哦，实在是哦，真是不得了嘞。我讲你，在我讲你所有的处理代志哦，都只要别人讲的哦，一日拢听我一点钟甲处理啊。啊，只要我来甲你讲的哦，一件代志拢听我拖八档的就对了。啊！一旦安那拖到一两，安那个拖开，只要像我这样，你跟你讲这代志，你听我在这里正式跟我答复讲，不可能，不要再演了。你应该要好，我要带回去研究。事实上，农机行现在没有农机可以交，这是件事实。你们要办这个政策，你们也没有好好跟农机业者好好的配合，他们当然没有一下子没有那么多的农机可以交给农民啦、啊。那你的这个补助的这个美意就没有了、啊。不过我想，啊，我跟你讲这样子难道错吗？啊、我想委员哈，不是啊，主委你不喜欢，我不喜欢用这一种，因为我没有很大的效益。如果有一项没有，我就讲嘛，我说一项没有，你就先买别的啊。哦，一个人只可以买一项啊。哦，那你为什么？我山区的农民有十三项，我来丢丁，哦，我干嘛？我都爱有保温机啊。你叫我要买什么？你叫我要买什么啊？你要叫我买刮草机吗？系啊，啊你讲笑话，啊我来种水果，你叫我买刮草机，啊拢刮草呀，我刮草。讲个笑话，种水果都无刮草，你是无？哦，你叫我，我不是说怎么样？没有，做十四项里面如果有一两项不够，也没有那么说就这个政策就都不行了啊！啊，我再跟你讲个意思，讲事实上现在都面临这些问题了。你们都没有好好的去做，好好去做处理。你说无，我到这我就要结束啊！啊啦，你无参与办这个活动，我这政策唔足好诶。我是觉得这样子哦不好啦，无菜啦，好意哦变番禺啦，啊变做您流于形式啦。反正哦，我那这下拢会被番禺的掉啦，几乎啦，都会当吹到一空啦。注意，啊无我正甲你讲，你安尼好意，敢无变番禺？我正要甲你讲，我现在讲这个话，我的意思说，你现在。那潘银那也必做一杯啊！我现在解需求，现在就是有需求了。你现在告诉、啊，你现在告诉人家说好有需求，就是合理、啊、我可以收到2月29号，但是现在的农机他们没有办法供应货，没有办法供应货就没有办法领得补助款，没有办法领得补助款，你不是给讲啊？这个不是后一遍潘银吗？没有啊！他竟然你讲那个潘银，难道不我后一遍潘银？啊！你现在他竟然点一遍潘银。啊、所以我感觉你回答不对。哦，我讲你这是逻辑。他等下再话，我跟你轮下来。不是啊，你查伤济咧，我讲你安尼无在一个好意变歹意的代志，发生伫我的身上啊！安尼，我安尼赶紧跟你讲，你要紧急处理啊，对不对？难道这样错了吗？难道这样错了吗？没有错，没有错。啊？难道这样错了吗？有错吗？阿伯没错啊。不是，你不可以这样讲啊！几个班又立岗位岗播走农技机，你现在事实上。普通一个乡镇的农机机行，一个项目的物啊，一项拢做一台两台。即摆你忽然间要几十台，伊就讲我无货，无货怎要扛顶？伊讲我生产袂出来，我可能爱慢两个月，吼、哦，还是慢三个月才能交货给你。
那这个话，这个部分啊，我们要怎么处理？你总要想出一个办法。你说我没有办法了，哦，你不买这个，你可以买那个。那我需求是这个，我需求的是为什么是玩具啊？你说你要他叫他变喷雾机啊？我讲我需求是喷雾机啊？你说你叫他给他变挂钞机啊？那是一百个人，变几行都会使。一百个人申请喷雾机啊，五十人申请迄个搬运车。阿你讲一定爱等搬运车喷雾机啊，未使。这很有可能嘞。啊、我不跟你讲、啊，我是对所有的啦。我意思讲，你现在你就说不可以一体适用。事实上，譬如我这双户的部分，我的搬运机啊较需求嘛，你就是希望我赶紧因为政府的补助，你赶紧买嘛。你即个只要要给人，你只讲无安尼无多，你若无你即个无即个时阵交费，安尼我无就补助你。啊，这不是我农民的唔对啊，这是你政策的时间有问题啊。我这样讲错吗？没错，好，好，接下来哦。还接下来啊？接下来我请那个叶叔一下吧，叶叔，叶叔，叶叔，你们最近几天是到那个嘉义有特别去谈一下，谈到有关埔阿北哈、哦、阿北，哦阿北是啊的这个纳管问题上，那你们现在是倾向了吗？这样子跟委员说明一下哈，这个胡华市的这种这个养殖啊。在嘉义的地区啊，嘉义县的这个地区啊，它大概有三分之二是在区划渔业权里面啊，在区划渔业权里面呢，当中呢也有部分的这个护华市的这个牡蛎养殖呢，那县政府呢也发给他这个渔业权，啊，另外有三分之一。署长，你怎么知道福华市的这个渔业权，县政府已经发给他七万渔业权？确实有，有吗？当天也问有吗？有吗？确实有吗？确实有吗？有是啊，有。那这个要查一下哦。是啊，县政府当因为我们现在嘉义县总共花了45期的七万渔业权。对，是。没有错，现在大概花了大概这个将近七成了哈，三千八百多位。伊也管，但是目前吼，你都在这拢是拢是悬挂式的，定制式的，吼，这用卫星这定位。那你拢知哦，铺白啊是会飞，会飘的嘛，没有错吧？那我们现在气化也是定制的哦，是悬挂式的、哦。你现在讲的这是会飘，所以这个基本上是没有划定划入这个七万一夜前才对哦。是跟委员报告。那你现在讲的是这个一两个个案，还是说很多的所有的？如果说你已经是普遍案啦，是拢已经划入七万一夜前，那事情就解决了、啊。对，就是说我现在问你讲，你想要搞那个渔民讲七万一夜前。好、哦，这些普遍案可以直接就孝县政府直接再划一个46期的七万一夜钱进去了。我不了解为什么你会讲这句话，为什么？也跟委员报告，就是说一万钱里面的话，养殖的这一块，我问你啊，你知道不知道什么叫交专用一夜钱？当然清楚啊，你已经说明一下，专用一夜钱的话，它是在一个海域里面，没错嘛。然后这个由渔会或者是合作社。然后来申渔业法很清楚的，很清楚渔业法很清楚规定嘛，七万渔业权，对不对？这个专用渔业权是由渔会来申请的嘛，没有错吧？渔会或者是合作社都可以，渔会或者是合作社嘛，是没有错吧？好，是的。所以专用渔业权事实上是很早以前，县政府在划七万渔业权的时候就已经交代，这里埔北啊是由这个渔会来申请嘛。那因为长期渔会的都不会申请嘛，那渔会不会申请？现在七化渔业权已经划完了五年多了哦，换一遍了、哦。你现在我讲在普遍啊，讲要叫管就纳管，要把它再划一期。那我们是为什么你不辅导渔会来把这个普遍的这个普遍的这些恶民，我们请渔会来纳管来管理啊？我们没有反对啊，我是觉得这个原来当时我在当县长，我们的规划就是这个部分就是请渔会来管嘛。我不知道你现在为什么会忌惮你片面的去讲这些话？不是我片面的去讲，你讲个杂工，普遍不会，哎，无可能，无可能吼，阿拜，
你甲决定讲哦，这地就是你的，但是隔两日标倒去唔知影，啊，这个无得管你的代志，啊，你若讲要管理嘛，无要紧，吼，无你去你叫渔会，甲这个部分这海域划开嘛，划作专业渔业。为什么台南是用专业渔业权？为什么云林是用专业渔？台南话都有专业渔业权，台南话彰化也是用专业渔业权，没有错吧？都没有错，用彰化、云林、台南都是专业渔业权。好，委婉，谢谢。那为什么我们嘉义不？为什么嘉义？为什么你不用专业渔业权的概念呢？当天开会的时候，所有的渔民，所以我们没有讲到要用专业渔业权。苏定，我怎样？当场的这个渔民，我非常明确的表示，我把怎样？我把陈欧明做爱，啊，你就把他围了头啊。那东尼就是东尼，就是讲这。这悬吊式跟浮吊式浮不无数无同，所以唔只系讲啊，无你这个部分，和你以为你来管理，你以为一点都唔管，你不是提出申请，人家45区已经划完了，好不好？证已经发了，这个、你现在浮吊式的又乱来，都怪对方，说你讲话错，领导主张吼，洪秀柱正式提名了，一旦划起来了，基本上拢无章法了，对啦。那么什么章华、啊？什么业绩的？业华的？什么业绩？什么业绩？好了，等会儿。补助办法嘛，听说修改。好、啊。你起码今年讲的，明年嘛，拢听说讲。我们给明明今天讲的话，明年会好哈。都我来跟你讲的，都唔好一家好势啦。我来跟你讲，讲这未好势，法令规定的，也是已经办法规定的，你拢听说过修改了对。我讲，所以我讲，你我们国民党政府都起码都无什么可以依照。好了，钟委员，这样好不好？那个诸位会后哈，好好的请业主跟我们那个陈明委员好好的去了解清楚，跟县政府好好的沟通一下。没有，我的嘉义管政府27摆的公文，你嘛不会被赶查吧？好，就这样。不赶查，你嘛赶走。好，渔业权啊，那个请委员到时候跟那个县政府还有沟通啊。对不？本来这个专用渔业权就是渔会来申请就对了，渔业法明文这样规定，悬吊式跟浮吊式是不一样的。对不？好，谢谢。飘你马上知呀！啊，你即马去甲开过，啊开过咧，啊即马甲搞做，啊即马是怎么决定？谁要处理呀、啊？对不对？明明知道你这个不可能处理的。好，农委会再请，然后请农委会跟县市政府再好好的沟通了解哈。好，谢谢委员，谢谢。已经做清楚啊啦，我听了个，一个跟你拖未超过八年啦，别烦恼啦。谢谢陈委。接下来，请一下杨泉委员。主席，本席想邀请主委。好，请一下主委。杨委员好。主委你好，我想这一次呢，我们针对于消费提振的这个措施哦。也就是希望能够全面的来照顾，特别在我们的农民是大方民、哦、那么所以推出了一个补助购置小型农机的具体施作计划、哦、当时大家听到这个计划满心的欢喜，但是我们也知道尤其在我们中部地区我们非常的迫切需要，所以当政策一公告可以来登记执行之后，我们立即行动。对，你有没有发觉，在你这个担任主委以来，这一个政策是速度最快的。我们一个农会19分钟将你的额度马上到位，后面排了10倍以上。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的农民是多啊，希望能够立足点的公平，只要希望能够买的都应该一视同仁的得到政府1/3的补助。诸位你的看法？我想我们会尽量做到，所以我们把额度增加齁。那其实买农机我们平常就有在补助，那这一次扩大来补助，我们也不希望流于浪费，不需要的嘛，买来买带起来啃。诸位这一点你就不用烦恼，因为你不是全额补助、哦、你不是专业补助，比如说我的搬运车10个买来以后一台差不多要11万，补助3/3是补助36000，并不是补助11万，
无一个浪费的代志，所以大家唔当安尼想。即嘛主要就是讲，原有咱提振的是两亿的经费，但是我甲你号称，甲你胡闹一下，这个政策落去，伫阮东中部地区的浪费，十九分钟，全部甲你的额度都一定到位，速度有够紧，所以表示啥？后壁咧排的还阁几十倍，无够。而这个经营，即嘛终于我们一再的反映，体恤民情，立足点的公平，所以即嘛讲农业是用咱的农，这个农村再生条例的基金来出，请教，阁增加农业用什么来出？一样，农村那个农债基金。所以增加农业。所以就无行政业统筹权的问题。无。全部拢用农村再生条例的基金来出，这是本色。在任我呢担任书记长的时阵，完成这个法案，所以本色要来请教，也就是讲，你即马时间点要切伫倒位？因为即马所有农会，大家拢讲会当收，恁公文也落，啊会当收，是要收到什么程度？农会嘛是会惊呢，请教。请做说明。哎，二月二十九，一直到一百零五年，一百零五年的二月二十九号，可以收案，还是要完成？这大概讲个情况。完成三月十号，三月初十，登记会当登记到一百零五年的二月十九，二九，一百零五年的二月二九来登记，完成日。买卖完成的必须要在一百零五年的三月初十报销了，是不是安尼？对对对，买卖完成就是报销嘛。对对对，买卖完成是一百零五年的三月初十，是不是安尼？是。请到注意，超过四亿，这两亿已经超过啊！超过咱即摆拢叫人收，我会当收到二月二九，超过额度要安怎？请到。因为我一直收时间，你无补助来，我拢会叫骂死啊！来请教。我明年阁有，明年阁有这个补助案，明年阁有例行的补助案。例行补助案多少钱？一亿多吧。没有，请教。明年不是有增加吗？没有没有。明年五千一百万。对啊。还一年是四五千万年嘛，对吧？所以本席请教一个关键问题，也就是说。大家农民立足点要公平，我伫二月二九以前申请，你来公开透明速审，那么超过四亿的时阵，一定会超过。你每年都会经费只有五千万，等于你即摆是四亿五千万，四亿五千万你真用要到，那目前所登记绝对超过四亿了，所以本席要来请教，到明年二月二九。我依照政府的公告，合法来登记，合法有条件来申请补助的人，在三月初十以前完成报销。如果你的四亿五千万无够，要安怎处理？本是要请教是这個。搁增加。请教说明。就我们按照当时的实际状况，我们再来。再增加，再增加。所以换句话说，我是要提醒，请本席，请将本席的话听完。换句话说，依照我们目前所公告，只要民众依据公告的条文内容来做申请在三月十号以前完成报销完成买卖，都是无上限的接受补助，得到补助。请说明。目前是这样。好，我准备等你这里对，安尼妥啊啦，安尼运用要个七分钟的时间，对不？所以注意，百姓真期待，尤其补助三分之一，会当这么个热情，代表着台湾以农立国的重要性，大家愿意来努力拼命做，所以政府应该要全力的来支持。所以我们再一个结论，也就是原本两亿。的补助小型农机现在再增加两亿，一直到民国105年的2月29号以前提出申请，
在105年的3月10号来完成报销买卖，都得无上限的得到政府三分之一的补助款，是否？是的。是哈。那么所以本席在这边也希望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速审的过程一定要尽速去完成，好的，内容密集端会当安心哈。所以本席再提到我们所谓的农村再生条例，我个人认为这个农村再生条例是未来台湾的非常重要的根基，所有的食衣住行休闲，全世界人进到台湾就离不开我们的农业。所以我们既然有十年计划，本席来讨论我们的农村再生培根计划目前执行，我们以十年计划参与培根计划的社区比例目前几 percent？ 已经超过一半了，53%。对，完成培训课程审定为农村再生计划社区的几%？现在有8%。几%？对，836个已经通过了。12%。所以注意，这个数字悬殊这么大，问题出在哪里？我们只有十年的计划哦，培根计划是十年计划哦，我们的计划是希望农村再生呢，我们希望农村再生条例产生，培育计划、培根计划能够落实。可是目前为止，我们的社区来参与的全国有占社区的 53%， 但是通过你最后目前为止我们的合并，它是农村再生这个社区的合并的只有 12%。 所以本席提出这个数据，也就是希望我们按部就班，实事求是，问题点到底出在哪里，为什么会落差那么大？因为现在我们在地方上金头的大家惊惊，现在大家非常的热情，可是既然这么热情，我们要趁胜追击啊，为什么会 53% 跟 12% 的核定？问题点在哪里？非常严格，还是我们的计划整个程序太琐碎？这些问题到底在哪里？落差将近 41%， 请教。我想完成农村再生，成为农村再生社区，它要有一定的标准，而且社区的共识要非常的强。那我们也不希望通通有奖，通通有奖，你的再生就是跟现在差不多。对，你这个回答本身要打断你的话，农村再生先做培根，培根做好根留农村，这是我们四大主轴。对。那但是如果说你的四大主轴目的根留农村，你如果核定的目前为止 53% 的社区一半以上，最后你培育出来只有 12%， 那你这个落差 41% 落差太大，其中的原因其中不如言狗，所以你应该要针对这些原因到底是什么，民众的参与度不够，或者是政府的过程太琐碎，你应该去找出那个根基，而不是只有说我不希望腐烂，这样子对我们的农村再生在培育计划的人是不公平的，是不公平的，请说明。这个部分呢，我们会滚动式的来检讨。对呀、啊，哎，也攻击股的掉啊，对吧？你一定要且战且走嘛，你好不容易有 53%， 你最后核定的只有 12%， 没菜啊，对不对？我们既然也有设基金，目的就是钱要花在刀口上，目的就是你的程序你的过程要简单明了，能够做得出来啊！你顶几个琐琐碎碎，人家根本想哈都不干哈，这样子你没有办法培育啊，你没有结果嘛，对不对？所以本席赞成主委你刚才所说的那句话，滚动式的检讨一定要每一天这样子做，数据会讲话嘛？ 53% 跟 12% 难道都没有神经吗？请做说明。没有什么。没神经哦。那个
这个部分我们会检讨，但是我们也不希望2000多个就是保证他来参加就一定通过，没有这样子的，不是保证，对啊，刚才讲的滚动式的管理，对对对，切记一定要滚动式管理，对，问题出在哪里，你请一个礼拜之内将你的问题，为什么 53% 你最后到目前为止是只有 12% 的核定社区，请将问题点提出来，书面资料给本席，我们好好去找出那个问题点，好不好？好，谢谢。好，好，我们有请苏正清苏委员。好，谢谢主席。主席，请一下主委。有请陈主委。苏委员好，主委啊，哎，你好哈，来回应一下刚才陈明委员的话哈。我请问啊哈，如果现在哈有杨桃汁跟芦笋汁，每个人有选择，你爱喝杨桃汁还是爱喝芦笋汁？会当拣一项俩，你要啉对一项。我第一喝杨桃汁，我喝杨。你喝杨桃汁、嗯、啊？我来跟你讲，你喝杨桃汁，我就喜欢喝芦笋汁。嗯。啊，这都打开宽你。我为什么这么讲？刚才讲的重点，我希望你用心听。我觉得哈，有心啦，但别当我别硬话啦，注意啊！我刚才讲的，我现在讲的重点是说，今日。让因底下得建干嘛建溜丁，我真的就需要这个搬运机。恁台底即摆申请的底下，除了会员以外，被谁农民这些人买单申请？我讲的对不对？对，好。那我现在这是我的权利，我要来申请，我就是需要搬运机。即摆得可能真正搞毁搞袂出来嘛，真正无法度无会量，我就是需要这个。啊，你团队因来讲，啊，无你搬运机买，你得当买除草机。我谈到的意思就是讲，14项内底，这项无，好像这个计划都是烂掉了一样。我非常不喜欢这样来论证。没人在跟你讲这个计划烂掉。你今天没啦，注意啊！我希望你用心听啦。这个不是这样回答。嗯。人今日的意思就讲14项，你14项内底，你无跟我限制讲，我今日会当买啥嘛，就是我去选定嘛。我讲对不对？但是我讲诶，你假是补助三分之一，我未买开盾啦，我嘛买开农委，我只有一个权利而已。我今日我得真正需要搬运机啊！恁即卖人因的重点，人单位员工的重点，这嘛是即卖屏东强调的重点哦。我得需要搬运机啊！你讲啊，即卖人真正会交袂出来，无得完成手续，要安怎？啊，你要讲来讲啊，无你会当鼓励百姓讲，好啦，无你卖买搬运机啊，你买去买除草机啦，吼、哦。但是我要跟我除草机划的没有用啊，对不对？我没有用啊。那现在这是一个问题，我们并没有说这14项里面好一项没有，就好像都烂掉。我要煮桃不让阿力贡，注意啊！所以这个问题已经呈现出来了，怎么办？我希望你们去解决。好，那你刚才你谈到回答杨权威完，即马问题拢赶快公布了后，一个时间下一个无啊，我跟你讲来，以我屏东歌手。屏东葛秋利用按照耕地啦，耕地对不对？你拨走120万啦，我讲的对不对？嗯，120万。好，今麦偌济？120万绝对无够，今麦300几也申请啦，300几也申请哦。300几万啦，无三百。好，300几万啦，拢都无啦，申请200几也，有300几也申请啦。嗯，申请拢都200几万啦，拢超过啦。好。那重点刚才第一个，刚才我谈的面的问题。第二个，你回答杨清委员，现在行政合同5号哦、啊，你们现在增加2亿嘛，哈，对，好、哦，好，这个绝对不是回忆，也不是失忆，就2亿，啊、哦，好。那么你谈多少印子顾问？不搞变安怎？你讲明年还有编列？那个明年的编列是原本的预算数是5000几万，对 对, 對，好。这是原本的编列，啊哪个敲鬼不搞？你讲从经费再处理，你要为对一个科目。你怎么去盖棺？你怎么去抓？还是从农村再生？还是从农村再生？好，您动不动就从农村再生，你们现在也没办法预估。那简单的讲，从你的口气里面，九头兵，我是干嘛怀疑？怀疑的是啥？从这个里面，你就会感到农业需要特别照顾，因欠的猪仔真的欠不够多，这个对吧？
所以你谈到讲一句话，你讲不需要人家浪费，人杨委员嘛讲了坦白话，伊讲你免烦恼啦，政府你是补助三分之一，你们不是全额补助，你若全额补助，大家一窝蜂嘿一个拢来，三分之一啦，十一万补助三万六啦，对不对？那七万补助两万几啦，所以三分之一而已。那现在重点跑出来了，每个都有效哦。如果他申请符合标准哦，所以你们现在实际上没有办法去预估哦。没有办法去预估这个量到底有多少，你就要是两亿加两亿哦，四亿哦。你现在已经承诺了明年的预算五千多万加进去哦。如果不够，你够够用农村再生。我要问一下诸位，我想你也没办法回答，因为这个预算这个数量你没办法掌控。我讲的对不对？那怎么办？没办法掌控哦。如果我建议你听我先讲啊，起码是安尼啦。建户被标准普通是五千几万点不高啊，署长我讲的对不对？所以难得有这个机会，好，我基本上拢排队，我马瑞新建合法都申请，那怎么办？一个班，恁个开户农民，不是三小班的哦，不是会员地当哦，我有资格我给你申请，因为我真正需要，当这时我足侪人咧排队排无，好不容易。起码我这个机会，我新建，我新建，这个是一个量化的东西，越来越多。会袂收煞，我甲你保证，绝对袂收煞。看你要信我话无？怎么办？我到迄个三月十号呢？对啊，你搞三月十号呢？起码很不大的一根桥梁啊！你的语言现在又出去的话，没关系嘛，今年不够，明年再处理。所以龙回进博仔就打东啊哦。龙回是无在打动来哦，伊袂当甲变水工袂使，变水工啊！你为什么我袂使？伊也使，我袂使。好，那就是照单全收嘛。到二月二十九号嘛，对嘛？我知道嘛，当然是到二月二十九号嘛。预算就再往后延啦、啊。往后延，你说会有无限制，我不相信啦。我跟你讲啦，那不是被等于要坑的啦。我跟你讲、啊，所以啦，你们都没有一个完整的配套，讲到这个就变成没有完整的配套啦。你们当初没有想到会有多少需求啦，你们只是为了急救章，缓解建物安怎走，令得安怎走嘛。好，那从这个现象反映什么？署长、主委，你们都在这边，就代表上，代表普通是恁边界的农机具补助是不高的嘛？我讲的对不对？如果平常有这么好的这个政策，农机具的波动是波走无搞，怎么有可能一窝蜂黑起来大家过来？因为人爱出三分之一嘛。所以一个政策的推行，诸位，所以我是要好意要给你扣坑这些民间过来。刚才讲到的，为什么政策一实现下去一来，哇，为什么会有人质疑是不是政策绑票、政策买票都有？你谈到公的重点，县政府有没有办过，乡镇公所有没有办过，农会有没有办过，这个是对的。但是因为你是开放所谓的一般百姓跟非农会会员买到行签，所以大家一行签，我跟你讲啦，人的心肝带一边啦，没有常识嘛。因为刚开始是讲两亿，都嘛是大家上下当先知影消息，再干部嘛，伊得先处理啊。我唔是一竿子打翻一条船，足侪人真正需要的，伊即马烦恼就是买无嘛。好，即马又加码嘛，好，大家去。但是即马我讲过啊，受理的拢遵守哦。只要合乎规定嘛，对对吧？真的，我敢出你报告啦。或许啦，真的也不是刚才讲的两亿加两亿，然后再加那个五千万就够了。万一两个给几的，爱给几的，我也没安装。满意啦，还是你要说没有办法回答这个，还是要从农村再生来补？再补啊！得传播报告搞啊！对啊，那你就干脆宣誓，只要符合规定的，赶快去登记，政府无限量供应，安尼较紧嘛。那为什么可以用这个一个态度？我是觉得不大对，对吧？第一，你爱好在龙回好走，啊，无你在行文讲龙回讲，只要申请受理都好，没有金额限制，对不对？所以这个我马上一定后移啦。我讲今天啊，真的陷入两难啦。等于我要搞注意讲，真的要好好的思考。我一旦搞农民到三纲，我拢赞成。但是我觉得这个后面的配套，我觉得真的要三思啦。要三思，要好好的想的配套，不是只故宫，那就从农村再生。啊，哪那点种子拢拨来家得啊？我绝对不一定对了。我们在这一段时间里面，热区是热区，还有一百个农会是申请不到的。弟弟阿夸了哈，对吧？所以事实上并不是像委员讲的，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来，农业产区。啊，它的样态跟好我们那你们如果觉得这个样态现在是北冷南热，那是不是应该在这个波补的部分应该做调整？有啊有啊，
有对不对？已经在调了 啊，所以嘛，所以我刚报好嘛，那所以我告诉你啊，那当初你们在开始的时候，你们为什么就是要用耕地的限制去做补那个补助的比例？没有去考虑到实际面嘛？哎，我们原来在补助那个农机，好了，是用耕地。来，诸位，你没有耕地，你怎么去弄？啊，当然啦、啊。那但是为什么我讲除了耕地以后以外，没有其他的想法吗？那为什么你们看到现在的北冷南热以后，然后再做调整？我们原来就是想要调整的啊，对吧？啊，原本想要调整，弄起暑期发现要这个条件，没有，对吧？这个、好了，诸位，来，我再问一个问题啊、哦。之前我讲到了肺炎的问题，槟榔肺炎的问题。我跟你问过底下两遍，您讲这边要报警，院里来，现在这个计划到哪里了？您报医院未？一个月啊，时间长啊，对。你说平地是吧？修正槟榔管理方案呢、啊？抱怨了吗？不要乱讲话哦。来讲实在的啊。抱怨了没有？抱怨了吗？啊？还在农委会？还在会里面是吧？诸位，你连你都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上次问到现在，我讲过了，你们跟我讲说执行率没有问题，对不对？公原本查估时间还可以缩短，拢恁讲的，我拢讲接受。我一直强调的不公平的就是，你们要求说可以先从山坡地处理，好，我马赞成，因为国土保安的问题。但是你们的执行率不好，啊，我讲过啊，这个。政策面既然槟榔三不政策，我嘛跟你要求讲，拜托诶，赶快想办法修正屏东林伯伯第二大的县市林伯伯，因为林公还是平地，我嘛跟你要求讲，无恁紧诶，你们到现在还在里面，还在你们会里面。不过我想槟榔是这样子啦，吼，不啦，注意啊，你茫搞槟榔想怎样啦，我拢叫你讲，我对甲屏东的乡亲讲，既然政府三不政策，我们希望辅导他转型，对不？咱今日难得有这个会员，恁钱嘛开袂完。你们的政策执行不好啊，所以我有说不对吗？你们跟我讲现在执行率多少？一趴多而已嘛，如对不对？啊，今年的这个已经全部执行完毕了，是去年的执行完毕吧？104年多少公顷？41公顷，啊，开多少钱？800万，都好了吗？嘛，我没说哦。今年啊，去年是千几万呢，拢申请出来啊，拢申请出来啊，还没有付款呐、啊。我跟你讲啊，当地是，我跟你问的时候就没有申请，多偌济呢？即马拢申请出来啊，足奇怪。好，啊叫恁讲修正，若无紧修正，啊过外月啊，你不是讲抱怨了，即马嘛搁你回恁。那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嘛，我是觉得说，你们既然说要所谓的山坡地好好处理，我赞成，但是执行率不好，我们要求的是三不政策。槟榔对三亚无一点，有介多帮忙，叫大家卖假槟榔好，我们就要辅导，啊要辅导屏东，你个无列入，我今日要求讲你们把屏东列进去，你嘛加进国外会无材料，你跟我讲爱报行政院好，报行政院报国外会啊，年底要搞要安怎？即马屏东偌济人单要申请呢？我对讲了，很多人要申请，注意，你跟我讲哦，屏东无人要用，结果咧，无你来对门看卖。我是觉得啦，真的啦，这个对屏东的槟榔不公平啦。因为建户的漠视这个产业，我们希望来辅导转型。我有够艰苦，我的选区是一半拢种槟榔呢，对不？当槟榔介绍落去，我阁袂当叫大家讲来公开开记者会讲呼吁大家吃槟榔。我是 A 到第四件呢，啊，要甲恁到辅导转型，恁用这个态度，对不对？你上清楚啊，对不？为高雄到潮州，内埔万万特产有够多，我是比上海艰苦，啊，要甲恁到做，啊，恁阁这个态度无公平啦，对不对？我就要看看你们什么时候可以报到院里面去啦。啊，你今年有准成无啦？你得当发一个公文，先给屏东管建物公，那屏东要办费用的会使买啦，还是不可以？我们还是要报行政院。啊，还是报行政院，但是一个多月了，还在会里面呢、啊。行政院核定的还是要、啊、对不啦？啊，国外会啊，门槛嘛，各地会在打转，对不对？我知啦，但是这足重要，无讲袂使啦。国外会啊，情何以堪呐、啊，诸位，好，谢谢。好，下一位请林岱华委员。好，主席有请陈主委。林委员好。嗨，主委，这个因为这个刺激消费啊，
也刚好来检视我们现在你们提出的刺激消费的这个项目啊，补助购置容积啊。农委会是每年编列5000万来补助购置容积，但是呢，本席了解的也都是朝向小地主大佃农或者生产规模，有生产规模的产销班啊及农会来办理，所以呢，也普遍的啊没有关系的小农民其实是无法受惠的，这个是一个背景啊，这个说明。那我也想了解说啊，今天你的容积聚的这样的消费振兴方案，你的经费来源是来自哪里？农村再生。农村再生，那农村再生基金它的原来的目的是什么？就是除了我们做农债条例里面的以外，我们兼顾到产业发展跟农村农业生产的环境。所以因为因应人力的老化，还有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我们把农机这一块呢，在这一次把它放进去基本上讲起来是非常受到欢迎，受到欢迎。农村再生基金很受到欢迎，这是事实。那它理论上它的广义的认定是促进农村活化，而当初成立农村再生基金的目的就是透过由下而上协助农村再生社区，经由社造改善社区的硬体环境及社区的产业活化而设立的。好，那今天呢，你们为了这个消费提振措施，本席认为你是挪用了好农村再生基金。所谓的你这个社区产业活化是整个农村产业好的在地活化。那你们呢，把这个从农村基金你是排挤到农村再生的这个本务的这个工作。那你应该是要动用第二预备金的。好，不管是你农委会的第二预备金或者是行政院第二预备金，预备金是什么意思？因政务好之所需，好临时之所需，你必须动用第二预备金。所以你这提振消费很明显是因为我现在的局势啊，我要促进消费，所以你应该动用第二预备金，你怎么会去直接去挪用的农村再生基金呢？农村再生基金是很欢迎的，没有错。委员刚刚漏念了一句改善基础生产条件。那就可以很广义的讲了，什么叫做生产基础条件？对啊，那就表示你平时编的5000万就是不够嘛。好，那包括你这个农村再生基金，那你平时为什么不做？你为什么过去都不针对积聚的份从农村再生基金去讲，而你现在因为急救章的我去挪用这件事情？如果你讲的是对的话，说这个因为要改善什么农村基础的改善基础生产，那你之前有没有用？有没有用农村再生基金去正常的每年的除了你的公务预算？有。来，那你告诉我哪一年？有。现在这个101年开始放在农村再生的这一个农机具补助，全部是在农村再生基金啊。全部啊？对。所以5000万，你是从对，从101年的3400万。一直到104年的1亿2800万，全部在农村基金啊。好 ，OK，那表示所以不是说急救章了哈。好，不是急救章。这个我是觉得我们很多好，那我们来检讨，到底你是不是真的活化了？你真的让农民在这个机具生产的这个硬体设备方这设备上你补助了？好，那两点，第一个。根据上下游新闻的报道，原本是依耕地面积分配来补助农机具数量，农粮署的官员还告诉农会哦，不要太大肆的宣传哦，点嘛走得后，这个行为呢，你是不是暗示找自己人？是不是又在绑砖？好，现在经过农民的骂声连连，你们改变做法了，只要呢放宽到年底，只要农会申请登记，无限量可核定。那呢预计啊5700万，那包括最今天的报纸所呈现的，你们2亿花不完，花的不够，花完了不够，还要加码到4亿，你要不要针对这个部分说明一下？好，你是不是这个只要农会登记申请，你就无限量供应？好，以及你这个钱是继续的要真的到4亿吗？
然后你这4亿的另外额外的这些费用，好，是全部都是从农村再生基金再支出吗？是的。好，所以你农村再生基金，你现在的农村活化已经好的不行了，你全部的资源为了响应这种急救章的这个政策，所有4亿全部花在这个农机具的补助，所以农村已经没有什么事可做了。农村的你所谓生活生态生产完全都不用了，生产也不用了嘛？怎么会不用呢？我们一年的预算有，现在可以这样让你急救章的花吗？有150亿在用农村再生，我们都花到90几亿而已啊，哦、而且也不能腐烂呐、啊。是。啊，可以马上这么短期内2个月内，现在11月、12月、1月16号，我们新的国会要出来了，对对对，可以短短50几天，不到六个，你把4亿就这样花完了？不是，这样对吗？你的农村的生活生产生活生态生产完全就偏重在一个小小的科目，两个月花了4亿，这个不太，而且你是证实的哦。你现在质询是说很证实的，我会加码到4亿、啊，只要农会报上来无限核定，这对吧？刚才你的说法你是认同的，我这样的质询你是认同的。在我们的限期里面，还是我们的原来作业。我对于这个委员一直讲急救章这一点，我们用农村再生基金执行中小型农机，今年就有1亿2千万，我们不是急救章。我们发现1亿2千万还是不够，所以我们提出2亿。那没想到大家回应这么热烈，我们再请求行政院核定，再增加2亿。所以我们不是从来没有做过，今天来做这个啦。哦，不是急救章啦，齁、嗯。好。这是您讲了，不活着就不会爆量。好，今天我们本委员会也不会发生这个问题，因为就是爆量嘛。那表示你之前的分配是有问题的。如果需求这么大，你为什么每年的经费还是变那么少？好，再来，我们说你要振兴产业，不要忘了，今天我们会补助这个是要振兴国内产业，刺激消费。你农机具的补助啊，这个你们到底真的是啊，刺激了农村的什么的消费，提振了什么这个经济？我们只看到农民消费给卖农机具的，好，那也没关系哦。你的啊，这个根据你这个表啊，哪些喷雾机的马达以及呢，这个3万块以上需要通过性能测定机型参考表，很多都是日本进口的机型，而这次的消费提振呢，也就肥了厂商，肥了日本。好，厂商是没问题。好，如果是国内的业者没问题，但是你所有的机具大部分都是日本进口啊，80%是国产的。80%国产的。对，我想委员可以先问我们，不要在这里讲说都是进口的。你应该100%进口啊！既然你要提振消费，你怎么还有20%是来自进口呢？我们在这是不对的。我们在采购方面没有办法这样限制。那你怎么提振消费？你今天消费是他负担2%，他负担2%。你今天是提振农，那你的产业链，你今天要提振消费，所以如果可以这样限制的，我们是以我们国产的80%为主要的。那如果他我们要限制的话，就像刚刚讲的，这个委员在指正我的时候说，哦啊，你这里不能买，你就要买别的。那我们叫他全部不要买进口的，全部买国产的，这样也不行啊。为什么不行？你看到日本跟韩国是怎么的爱用国货，只有我们台湾人才会这样子。当然是要用国货啊！这样我刚好再来，那像我刚宣布说那个搬运机这一个啊、不够，那就买别的也是被骂啊。你应该要，那我现在要买一个进口的，你说不行啊？我觉得哈，我们现在各部会，我们小英，我们蔡英文主席所提的未来的政府就是产业思维的政府，各部会各部门的所有的公务发挥，能够在国内制造的，能够在国内研发的，能够在国内消费的，100%都在国内来做相关政策的推动。所以今天你说台湾有没有农机具的研发？有啊，你应该跟经济部来讨论。你知道农机具的研发这个是灰色地带，我们农业，我们农委会，你只是针对国产的部分啊，有稍微补助，这个是你之前也有在做的，但是在经济部的部门，他们对农机具这个部分有没有专责的单位去重视？也没有。那我们的工研院，我们的
这个相关的财团法人其实是没有人重视这区块的，所以在工业产业的这个研发的部分应该是你们去结合我们的经济部，所以今天我们希望的你这个政策不是只针对农民，你希望后面带动的是我们农机具的研发以及我们农机具当中的这个生产链能够有一个正常的一个活水的循环，这才是正办嘛。所以今天你补助了百分还你还义正言辞的说好我们还有20%是补助这个日本的买是进口的，这是合理的。这个身为台湾的这个农委会主委你还讲得出这种话，还信誓旦旦你没有百分百的去支持国内的农机具的业者，而让他的产品能够回归到我的农民来，这就是本物啊。你怎么还会有信誓旦旦说好我们要补助这个日本的厂商、这个不要用这个义和团式的这种，没有，这不是义和团式，是你根本没有产业思维。动力喷雾机也有日本的，有台湾的，台湾大部分。但是这个农民如果他要买一个，他负责2%的，心有台湾，你的政策就会知道用台湾的产品。好，这个根本你就是没有跟经济部合作嘛。以后如果这个，反正你就要下台了啦。你心像台，你心不像台湾，像国外，那我也没话讲了。本来就要做下台准备了。以上，谢谢。好，请丁守中委员。好，主席，我们陈主委还有农委会的相关主管、各位委员同仁、媒体朋友，可不可以请陈主委答询好吗？谢谢。丁委员，陈主委你好哈，陈主委，这个我们在这边看到啊，这个农村再生基金啊。事实上现在已经把都市周边的这些国家公园里面这些农业地区啊都已经包括在这个里面了嘛哈。那照道理来讲这些农业地区啊应该在国家公园里面这些农业地区尤其又在都市的周边呢、照道理来讲他们应该是休闲农业富丽农村哈、这个农民资产直销哈、一个最好的一个典范的这个地区哈、是。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你看到新社有这个花海节，在这个彰化田尾啊，有这个公路花园啊，那边的这些相关的这个民宿啊，相关的地景地貌啊，咖啡啊，乡间的咖啡屋啊，都做得非常非常的漂亮啊。那反而我们看到在都市周边，拿我的选区来讲，阳明山国家公园里面啊，反而都是、简陋的寮棚啊，这些相关的这个休闲设施啊，路边。啊，摆的就是一张草席，摆着这个萝卜啊，摆着这个农产品呢，这边销售啊，还有经常被国家公园的这个警察啊驱赶呢、在这一方面呢、我们就在想说，农委会啊，能够帮我们国家公园里面这些农民啊，能够多做一些什么啊，能不能够给他们有更好的这种啊农民的这种市集，他的农产啊可以就地啊直产直销啊，我们到欧洲去，我们就看到很多啊。那在路边的这个放，它就是在农业区里面啊，甚至也在国家公园区里面，它有这些农产市集、观光的小型这个农市啊。那游览车旁边，它停在它自己的田边，然后它这边搭一个临时的帐篷，帐篷也非常的新潮，这个时髦啊。那为什么在这一方面呢？农委会不能够多做一些事情，跟我们的国家公园这个处去协调一下，能够兼顾国家公园的景观，同时又能够照顾到我们国家公园里面区里面这些农民。好，我想我跟委员报告，这个整个大台北地区啊，全部是属于都市计划，都市计划里面的要参与农村再生，要地方政府核准。要地方政府核准，因为我们的农村再生大概都是属于非都土地的这一个。对啊，可是我们也看到在我们省那农村再生这个基金这个相关的这些条例的时候，农村再生条例的时候，我们把国家公园里面的农业区也放进去了。对，阳明山国家公园区里面你看有新北市的，有台北市的啊，那这些地方你们就应该多重视吧。第二个，我们跟台北市农会去看了几个地方，他们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所以我们会继续努力。不是你说要政府来找啊，那你不如找当地的里长，当地的他们愿意啊、就是、他们愿意整合啊。市农会对。对不对，他们愿意整合，你可以看到拿我们的选区啊，阳明山
国家公园里面这些农民来讲的话，拿台北周边的、啊、不讲阳明山好了，台北周边我们这些农会里面啊，你问问台北市农会的李市长啊，就知道，我们有海芋，我们有绿竹笋，我们有茶叶，我们有茶花，我们有草山菊，我们有山药，有南瓜，哈、啊，这些都是周边的这些相关的产品呢、啊。你怎么样能够让它能够直产、能够直销、能够有更多的这种观光休闲的农业的这种市集啊？那你应该是这应该去做的嘛，这样才能够改善我们的我们继续跟、这个、农民的这些生计嘛。是我知道这个委员对于我过去这一块非常的关心，我过去一直在提啊，说我们要在都市周边的，尤其在国家公园里面的这些农业区域啊，是不是能够成立一个观光休闲农业特区，然后你重点的辅导。结果新社的花海节、彰化的田尾公路花园，现在都比台北市的阳明山里面的这些地景地貌要漂亮的多。那你应该加强在阳明山国家公园，现在是国人到访最多的国家公园啊，你们的农民你也要照顾啊。是，我们会来努力，但是国家公园跟新社不一样，新社很多都是非都的土地，所以这一点啊，国家公园里面也不是都市的、啊，国家公园里面也很多是农业的啊，是农地，但是它是都市计划里面的农地。对啊，都市计划里面的农地、啊要，那你要更要跟台北市政府主动去协调嘛，你不能够说坐视不管嘛。没有没有，我们要这个跟市政府一起来辅导。国家公园园区里面这些农村再生，这些农民啊，就跟我们反映了、啊。他们的生活需求，他们的住居环境的改善，他们的生产的销售啊，那你政府要怎么样去照顾他们？你农委会他也是农民啊，也要归你管的、啊，对不对？归你照顾的、啊，那你要怎么去照顾他们呢？他们就讲，外人可以来盖豪华的农舍，农民老旧的农舍漏水要加顶加盖啊都不可以，那这样子公平吗？我想这个个案我们来处理。对吧？太多了，不是啊！你要整体的去跟国家公园去协调，跟台北市政府去协调，怎么样能够把都市周边的这些农业区，尤其又在国家公园里面的这些，能够怎么样有观光休闲农业发展？现在看到几十年来都没有改变，还就是一个草席上面放一些农产品摆在路边，然后政府一直说要辅导。辅导他们，辅导在哪里呢？对不对？有没有好的市集？他们的土地上啊，那你为什么不准许他盖像欧洲一样，他盖一个临时性的一个寮棚啊，或者是临时的新潮的美丽的那种帆布的帐篷？他不是农地做产销设施拆走的，农地是可以拆的，农地做产销设施是可以的，对不对？那你就要去协调啊。现在他们不满的就不满在这个地方啊，而且你可以看到现在啊。这个农民的农寮，他的资材室还是可以容许。他的农民的农寮资材室，在国家公园里面，他也是农民，他也是资材室，他里面不可以设厕所，你就要随地可以解决，可以了，对不对？你这些要帮助他解决啊！我们协调这么久，那说啊，农委会出面，那农委会应该要出面呢、啊。是，现在他那里不可以盖厕所，可以啊。我请问你嘛，观光休闲农业特区在都市周边，尤其在国家公园，你们这些农民，你们准备怎么做？我想先把地点找出来，然后从这一个地点的部落哦，就是这个社区里面，我们跟台北市政府讲，我们来做农村再生。我们就讲拿台北市周边来讲，对对不对？你就应该召集这些各的农会，然后他们面临的问题，你一样一样帮他们去解决。其实木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对啊，木栅的茶园也很漂亮啊，对不对？很好的例子，它的茶的特色，它也可以有很漂亮的这些新潮的开放的这个品茶品茗的这个地方啊。是的，是的。那也可以把建筑做很漂亮、啊、那就是阳明山在国家公园的划定区里面，所以它受到非常多的限制。对，那你现在就要兼顾国家公园的景观，然后又能够兼顾农民的需要，兼顾他这个整个景观的地景地貌的改善，那你就要去协调啊，不能够都是一些黑的那些寮棚，然后都在路边还是几十年还是这样卖，那农民的生计谁来照顾呢？你管三管四，处处都管，所以动物保护的都比他农民保护的还好，那这样子农民怎么会甘心呢？对不对？那你农委会要出面啊，农委会要出面啊。你看到像这种国外的有定制的临时的，在自己的农地上卖草莓、卖蓝莓、新鲜蔬果这种临时的放，啊，到时候他就走了就拆掉，全部回归一片农地，
那他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子在自己的农地上啊？这个没有禁止、啊，现在不行啊，临时性的，现在不行、啊，国家公园不行啊，不行啊，那你要去协调啊，那他们的农民的生计怎么办？我想请那个，对不对，我们也讲了，请委员来找内政部国家公园跟我们一起来谈，不是，不是说会有一个限制，我们已经找了多少次，要你们政府之间自己去协调啊。好，你政府你是农委会啊，你要找国家公园的营建署，找国家公园的那主管的机关内政部。我来跟陈伟仁部长啊报告这个事情，对不对？这些农民的生计你要照顾，在都市的周边就是发展休闲农业嘛。那休闲农业你怎么样让它的这些设施景观能够更漂亮，符合现代的需求？那它的生计，它住宿的环境是不是怎么样能够更得到照顾？国家公园里面有这么多的相关的这些维护公园设施的这些工程，是不是在地的农民优先照顾、优先承包？那这样子才公平嘛？那你限制他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连住居环境、屋顶漏水了都不能够加顶加盖。好，那这样不公平啊！那在国外，我们看到美国的国家公园里面，对它里面的农民，一切在休闲、游憩相关的观光设施里面，他们都是优先聘雇啊，优先承包啊，以合作社的这种经营形态出现啊。那你就要去帮忙辅导，什么叫做富裕农村，什么叫做生活生态生产，对不对？你农业发展基金，你在这方面，国家公园这个管理处他们没有经费，那你们就要去帮忙出这个经费啊。可以，我们可以来出，但是他的一些规划要必须要合理的调整。你讲说现在国家公园阳明山里面有这么多的这些休闲游憩的设施，也有这么多餐饮需要，那他们的污水排放，那你们农委会就要帮忙出一部分的钱呢、啊，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就不会有碍国家风景区的这个污染的情形呢、啊。他那边的限制非常的多，你可以做，你可以看到像田尾彰化田尾，它有小区域的这种污水排放的这种设施。那为什么你不能够在阳明山也帮忙出钱做这一方面的污水排放设施呢？那这样子的话，他们集中在一起，好、啊，基于他们的这种休闲游憩的需要，他也可以存活啊，好不好？在这些方面啊，我希望你拿出具体的计划，来跟内政部啊这个协调啊，是编出具体的经费啊。现在你有这么多的经费在运用在这些方面，就应该用在国家公园这个里面的都市周边的那些农业区。你要讲这么多照顾农民。结果一走出都市里面，进到我们的乡下国家公园里面，反而是最雨漏的这样地区，你都没有照顾啊！而且对农民的限制这么多，这一部分，请主委啊，你跟着我们跑一趟好不好？去地方上看看，好，做实际的情形。我常常自己跑，自己跑没有用啊！我把当地的人找来，你跟他们一起座谈，你就知道啊！好，好不好？好，谢谢你，谢谢。好，我们有请萧美琴萧委员。好，谢谢主席，好，请主委。好，有请陈主委。萧委员好。主委好，我想针对小型农机具的补助啊，应该在农民间应该是颇受好评，是有用的了啊。但是啊，到目前啊，并没有办法说，每一位有需要的农民来受惠哈，所以这我想这个部分是我们后续应该要来注意跟处理的哦。但是啊，我们补助小型农机具，其实它的本意也是要提升农民整体的竞争力哦。是。那这个竞争力的提升，其实是在一个整个我们包括全球化，包括未来可能面对 TPP， 包括可能面对整个农业环境的改变哦，而需要来协助农民的。所以除了这个农机具的提升哦，或者是农机具的投资哦，我想还有很多其他的面向，我们也可以再做配套来做思考的哦。那例如说哦，像现在有很多新形态的农机具哦，那农民他也愿意来做投资，来改善他的整个收成跟竞争力，尤其在我们面临小地主大佃农政策的推广哦，这个农作面积是更大的哦，那人力也相对减少，因为农村人口的老化。但是啊，我们现在尤其在东部地区啊，有很多其实是租用大面积的国有地哦。那这些国有地，例如说我们的西瓜农哈，是普遍是用国有地
啊，这个面积相当的广泛，但是上面对于这个农机具的资材存放空间哦，目前是受到限制的哦，尤其是国有地上面哦。当然，这些限制哦的本意哦，我想一方面是避免违规哈，避免所谓的资材室又变成啊新形态的农舍或者是其他的用途。租用的应该不会啊。它是租国有地，应该不租用国有地，它有资材室的面积的限制。对，哦，所以这是我要跟你探讨的问题，就是说有一些新的农机具哈，我去看有一些，它其实是蛮大的这些农机具。我们来跟国产局，那你一个20坪的空间啊，哦，要来你放一台就差不多了哈，就差不多占满了。那你如果是有一台以上的需求啊，也许可以用切结的方式啊，或者是啊严格审查它的用途。我们来比照我们私有农地了，是不是可以啊？来跟国有财产署来做一个协调。我跟那个啊，我相信对于这个实际啊，从农的这些啊存放啊，他的农机具，尤其是他花很多钱投资来的这些农机具啊，应该是有帮助的啊。这些大型农机具全部都是进口的。对啊，它都是进了，没有没有错，因为当日本他花很多的精神来研发这些农机具，那我发现有些农机具其实很贵哈，我去看一些翻土机啦，还有青稞玉米的这个哦，这个收成的这个相关的机具哦，这有时候一部要好几百万的哦，那它要存放在这个资材室其实是有它的合理性啦喔，哦，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在空间大小的运用上面喔，哦，来做一些啊放宽喔，哦，但是我想用途还是要严格规范喔，哦，让它不要被滥用喔，哦，但是在20坪的空间规定上面喔，哦，来做一些啊严谨跟放宽。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除了对于小农有实质帮助的这个农机具之外，哦，一些农民所需要的加工设施，哦，我们一直在讲这个到二级产业到三级产业，要把整个产业链串联起来，哦，那东部跟西部不同的就是说西部其实是工厂林立啦，哦，但是东部还是相当缺乏这个小农，哦，可以去加工的地方，所以许多是家庭式的小农加工。那这个设施事实上有一些器材它的成本也是蛮高的，哦，如果说未来我们也能够考量这些小农的农产品加工设施的相关的补助措施，我相信对于啊农民也是有帮助的。我们现在就有，但是那个金额不大。对，金额不大，我们现在就有这个补助金。对，我想每个地方它的产品跟需求都不太一样，也许可以请我们的农改厂在各个全国各区里面来研议哦。对于啊，例如说前十项的加工产品，它的机具的需求哦，大概是什么样子哦，来做一个通盘的考量跟检讨，是不是在加工设施上面哦，也给予啊相关的协助。我想这个。像花东地区有机的小农，我们是希望它集中哈，变成做区域型的。我想我也一直是这样子主张了。可是呢，有机的农民啊，他一直只信任自己，不信任别人。没有错，但是这个需要我们公部门更积极的整合了哦。你要能够跨越来做一个区域型的，我想它达到一定的经济规模哈，它能够达到一定程度的经济规模，相信对投资效应啊跟回收啊成本的降低也是有帮助的哦。但这个真的还要更积极的来去推动，因为到目前还没有办法来把它促成啊。我也知道中间困难重重啦哦，但是我们不能放，因为这个对于整个区域的农产品的附加价值的提升是一个很关键的部分。我跟委员报告，就是现在我们的策略是让他成立共同品牌，就像寿丰印象，他这样的话，他那一群人就会共用一个东西。对，寿丰印象哈，这个我知道你们有去拜访哈，这个，我也跟他们相当的熟悉了哦，过去也去拜访过很多次。我想他们啊，其实。看起来是做得很成功，但事实上也面临很多的障碍哦。那包括他自己产品的这个加工设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深谈。他们例如说收了跟农民收很多的南瓜，他这个南瓜有一定的存放期限，他要把它加工成类似，例如说南瓜冰淇淋，哦，他没有这个加工的设施，也没有厂房，也没有设备哦，那他可以加值的空间就受到了限制，他只能够去卖这个作物的成品，他不能够再去做加工。哦，所以这个我们有很
多可以再去加强、再协助的地方。那我们可以跟很多这些青农的来做合作哈。对对对。所以我想这个加工设施哦，以及整个区域的整合哦，这部分我们还是要多用一点心哈。那包括这个经济部的中小企业处啦哈，你们这里啊，其他的内政部主管的合作事业等等哦，要做一个跨部会的一个还有原民会。对原民会，这个都需要，没有错。我想这个都需要共同的来纳入，甚至在花东基金，你们来做一个专案。那在花东基金也认同哦，一定要有一个跨部会的一个专案来专责来处理这个农产品的加工哈。我们给我们花东基金的那个有机啊，有机产业特别花莲的部分啊，我们四年了，一共将近5亿啊，我们确实投入在这一块。我这个。这个花东基金事实上哦，在花东地区啊，总投入的金额其实还没有到这个花莲的部分，还没有到你讲的这5亿啦哦。有一些可能是你公部门的，或者是其他。104年已经有了。但是我想未来，那这是应该是才刚刚核定的啦哈，到下个年度才用得到。这应该是刚刚才核定。那我乐见你们愿意去核定跟支持哈。那我也希望未来不只是经费上面，我们包括公部门的整合，因为我们。毕竟有一定程度的公信力，你刚刚讲的这个信任问题是一个很大的关键，怎么去整合农民之间的相互合作的平台，真的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那另外一个对于这个在地加值是有帮助，我们也可以从公部门协助，就是在地的检验机制，除了有机农业这个惯性农业的需求一直都存在，那对于惯性农业它的包括农药的检验啦等等，有一些地方例如说他的蔬果合作社就自己弄一个小型实验室齁，自费来做这个服务，来提升他这个市场的这个农产品的公信力哦。但是这种毕竟它不是经过一个公权力所验证的，那我觉得我们应该要主动去辅导跟协助哦。如果可以降低这个验证可以在地验证的成本，而提升它的一个公权力哦公信力，那我们有目前已经有外包相关的这个验证的单位哦，但是并不是每个县市都很完整好，那我希望这个部分能够在东部如果有蔬果运销合作社他愿意来做好，没有关系，我们来辅导他，来协助他能够达到一个具有公信力的验证标准跟 capacity 哦，包括科学器材啦哦，或者是人力的训练啦哦，以及验证的整个系统能够把它建制起来，否则这个成本真的很高，有一些验证要请外地的公司来，你要负担他的交通费、他的住宿费、他的，而且你也知道验证不是一次而已啊。你从土壤、水质、农药残留是很多的程序啊，你一次一次这个成本是非常高，而且不只是在农业哦，还有渔业好，例如说你很清楚啊，我们东部很多这个好、哦、黄金蚬的这个养殖啊，哦，它的这个水产品，还有它的水质，居然是要送到屏东去做检验，光是这个来回的交通运输跟相关的成本啊，其实对于农民的负担压力都是，对渔民的负担都是非常大。那目前渔业署并没有委托花莲在地的这个验证机构，不管是经济部标准检验局哦，或者是其他的单位，哦，他们其实都有他们其他的这个验证的相关的规范，哦，但是我们并没有任何在地的机构哦可以来做这个验证哦，以致让我们整个区域农业发展的成本哦还是维持得非常高，哦，所以我希望这个部分我们也能够来哦很认真的来看待。好，我给委员报告哈。在地区性，如果他没有到达一个一定的规模啊，他的成本更高，因为他要人，但是他一天一个礼拜可能做不了两天，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会来仔细评估。我们再跟我希望能够农渔业哦一并的来做考量啦哦，我不相信说以花东地区的这个农渔的产量跟产值，我们没有办法支撑一个专业的实验室哈。我想这个部分我们请在地像大学啦齁，像屏东、高雄、台南成大，屏东就是屏科大，哦，他
美和，所以它这样的一个密布啊，就非常方便。对，所以它有一个在地的机制，其实是很关键的哈、欸。那我们来辅导，来协助他们，来建制这样的一个机制哈、欸。东华好像慈济之前也有一个实验室，现在没有在使用，它就是成本的问题啊。对啊，所以你说以前有地方政府补助无毒农业，这后来没有之后。哦，我们不能只是又做有机，我们还有包括惯性农业哈、哦，它的农药残留啊等等的这些检验、哦，事实上我们都要有一个机制，然后包括渔业产品、水产养殖界的这些产品，我们也都需要有在地的一个验证的机制哈、哦。那我们主动来看待啊，积极来看待这个问题哈、哦。那最后因为时间的关系，只是提醒哦，就是说因为最近苏花公路经常哦无预警的这个落石非常严重哈、哦。其实，在过去几个礼拜哦，因为豪雨、地震啊，常常在封路哈、哦，那影响到农产品的运输的这个时程，很多都是利用清晨或者是深夜在运输哈、哦。那这个受到很大的一个影响哦，我希望说我们也主动来关心哈、哦，地方各农会在运输上面哦，现在啊面临到一些困境，包括啊冷藏的运输，如果没有啊在一定时间之内来送出去，事实上都会面临一些损害哦。那这部分啊也应该主动来协助跟关心，好不好？好，谢谢。好，谢谢。好，有请江启臣江委员。谢谢主席，请主席邀请主委。有请陈主委。哎，江委员好。主委好哈，我想我时间有限啊，我直接问啊、这个重点啊，我在10月14号的时候啊，也曾经问您关于啊中兴大学实验林地它租地造林现金救助的问题啦，就是说。这个中兴大学它的实验林地，它在东势这个地方，尤其民政里这个地方啊，它租给当地的农民来种植柑橘。但是过去以来，其实他们要每一次啊，屡屡遇到天然灾害救助的时候啊，他们都被告知说他们没有办法申请，不符合条件等等。那既然他们的合约实际上是合法的啊，那同样呢，在合约里面也载明了。他们就是种植柑橘，那柑橘本身其实又符合天然灾害救助的种类，所以既然合约是合法的，啊，它的种类也合乎我们天然灾害救助的规定，啊，所以我当时要求你们去确认跟检讨。你们在28号也开会，那会中决议说，请中兴大学去确认合约争议真正的意义啊，争议，我搞不懂是什么意思的，啊，哈，啊。那未来如果有审核合格的申请案件，可以向林务局哈申请天然灾害救助，是这样吗？是不是？这是决议嘛？所以最近已经开始有这些租用户，他们收到中兴大学的通知，说明年开始可以申请救助。他们已经开始这样跟农民讲的。那问题是，第一个没有通知我这件事情哈，第二个他们怎么样申请？如何申请？是跟农粮署，还是跟林务局，还是跟中兴大学？这里面完全都没有人说，也没有任何的公文，只有人口头去跟这些农民讲。所以我很担心这混淆是会混淆视听，到底是不是真的有这一回事？如果有，应该用一个公开的说明会来对所有的租地用户来说明才对，而不是任由任何一个人，不管他是不是代表中兴大学，去跟这些农民讲说没离开戏也用行政拨走啊，我觉得这样是很容易把事情搞砸的。好，好，而且要公开，应该是要公开说明，正式的说明。如果说这是确定的事情，第一个公文给我，第二个到地方上来办一场说明会，把这一些租地的用户都找来，把中兴大学也找来，把农委会也找来，大家一次说清楚啊，什么样的条件可以申请补助，跟谁申请补助，如何申请补助，是跟公所吗，还是跟林务局，还是跟地方政府，这个一定要说清楚，不要让这个当地的农民到时候又说哎呦你又在骗我们了。不会，我想在2个礼拜之内，好，2个礼拜之内到当地来做一个说明，好不好？好，诸位可以。好，第二件事情，
主委，你知道最近葡萄滞销吗？对，知道哈。原因是什么？啊，我也跟卫福部谈过这件事情。绿色和平组织，验了，说葡萄有13种农药，而它的公告方式是这些农药都是合乎安全容许的。对。所以在这样子的这个状况之下，我们跟卫福部蒋部长谈，嗯，但是呢，在食品卫生安全管理法原来在修法的时候有列入这一条，嗯，不是全责或者权威的单位，他不能够公布，而且公布的方式必须要是合格。我们农委会已经，你合格的我们就讲合格，不合格的才有超标的这个。但是伤害已经造成，对。好、哦，伤害，所以我想请教，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不道德的行为。因为这个环保团体，他用欧盟的农药标准来检验台湾的农产品，所以我想问说，到底我们农委会的标准跟国际的标准是不是一致，还是说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农药残留标准？现在啊，我们有自己的标准，但是他也不是用这个。因为其实农民很单纯，他是超过我们的标准。对，农民很单纯，他只遵守政府所公告的给他的要求的标准。我们也一直呼吁消费者说，他这个不是经过权威的，也没有公告分析的实验室。所以，可是媒体给他做这么大的报道，对，这个是一个漏洞。那他这个伤害对于政府的威信也有伤害。对啊，我们都是符合啊。安全容许，为什么一直在讲这个事情？哎，那现在怎么处理？现在怎么处理？因为我跟卫福部讲说，他们给我一个大大的陈情书说，那怎么办？你弄会来买我全部的葡萄好吗？怎么办？因为我想请、无辜受害啊！我想请农民啊，要对于这个发布新闻的单位啊，去做很严正的抗议。他们没有，所以他们没有这个能力啦。你要叫说这些农民。自己去登报纸吗？啊、哦，因为通常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农民再跳出来讲说，我的水果是符合农委会所公布的、中华民国所公布的标准。我们都有发布新闻了、啊，残留标准，可是新闻没有报啊。对啊，啊、哦，消费大众他只看到那一个标题，他就觉得说，哦，我们的葡萄有问题，农药残留有问题，就不敢买了。然后农民怎么样？现在。他哑巴吃黄连啊，有苦说不出啦，真的啦。所以诸位，这个事情看看怎么解决啊？你看用什么方式能够让他合法的这一些农产品，尤其葡萄，他可以曝光，啊，让国人知道说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农药残留标准，而且我们的标准这个都是安全用料，安全的啦，都是安全用料。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很奇怪的一个风气跟现象。所以现在严重滞销啊！嗯，我自己所在的地区新社农民有对不对？农民啊，农会有各种反应、哦。对啊，所以我希望说，诸位，你最近啊，看能不能赶快办一个大型的啊、哦、公开的活动啊、哦，让这一些台湾目前的这些葡萄，因为现在产季嘛，好、哦，刚刚开始对外宣示一下，对外宣传一下，让大家赶快恢复原来的这个购买的习惯、啊。好的。啊、哦，否则这个不太能放啊，了解对不对？啊、哦，诸位，这个大概也是两三个礼拜内你要赶快处理了。好，我请农粮署哈、哦，好不好？跟当地来，哦、比如说像联络，我知道那个水保局他们在我们那个地方，他12月中左右也要办一个农村再生的大型活动嘛。好，那怎么样去好好结合一下，变成是也帮忙。好、哦，对外来澄清这个事情，然后帮这些葡萄农民来销售这些葡萄。好，甚至我们一些国营机构啊，帮忙采购一下啦。好、哦，好的。其实这些年底也快到了嘛。好的。好、哦，我觉得送礼他们也有需要啊。好，好对不对？我来联系，好不好？这个主委拜托、啊。跟黄检局啊，配合水保局在12月啊。去做一个非常正确的这一个、啊、宣导了，不然这些农民他觉得很无辜啊，你随便出一篇报告啊，就害死他们了。嗯、没有错啊，啊、哦，如果我是农民，我也很生气。对啊，那他平常都照政府所公告的规定来用药，你们检查也合格啊？对啊，也符合产销履历啊。那个组织检查也合格啊，他是故意公告成为他有含农药、哎，但是都是在。这个安全容许之下，我们都知道水果要完全不用药，有它的困难度啦。
对啊，人也是一样啊，人你都不要吃药试试看。但是我们政府所规定的标准，它就是核污标，我们就是核污那个标准嘛，对不对？啊，这不能拿来跟人比啦。反正基本上，我们农民他是符合政府规定在做事的，在生产这些农产品。是，那你不能让守法的、守规定的这些农民啊，他受害嘛。那当然也要让我们的消费大众安心，说，哎，不用担心，我们所生产的这些有产销履历的、有政府检验合格的这一些农产品没有问题。政府所讲的才是标准，你们是唯一在中华民国内部的公信力机关。是，你一定要有这样子的威信出来啦。有啊，有啊。啊，欸，不能用嘴巴讲，你要出来大力做一下。我们的新闻稿我们放在我们的这个网站上面，结果新闻稿的媒体都不帮你报啊。对对对。啊，对，所以还是要想办法啦，好不好？不然这些我这个陈情接到手软，我真的不会骗你。哎，好，好不好？我再请教委员，你是新闻局长，想想办法。对啊，我帮你想好了，等待你来做而已啦。好不好？谢谢。啊，谢谢。好，我们有请许天才，许天才，许委员不在，有请周林安，周委员。好，谢谢主席。主席，麻烦请陈宝基陈主委。有请陈主委。周委员好。主委你好，今天我们谈农机购置补助的问题。那我想请问一下，我们政府对于农民的需求有没有去做具体的调查？知道这是农民最需要的补助吗？它的需要量有多少？我们提供了多少的量？我想我们有14项他农民很需要日常耕作的这一个机种，然后就依照各乡镇的耕地面积去做初步的分配，2亿。那2亿元全国，全国那各县市分别有不同的金额，不同的，因为它的耕地面积不同。是啊，那个详细的资料可以给本席吗？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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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马上送给委员。 好， 好，谢谢。好，我想请问一下，接着这个我们看到朱立伦朱主席啊，也是现在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他昨天在受访的时候表示要比照别的国家来开放猪肉的瘦肉精标准，也就是暗示是10个 PPB。 我想请问一下主委你的立场，因为过去主委你也曾经强烈的表示过反对开放我们猪肉瘦肉精的标准啊，现在呢？我想所谓的别的国家也有国家是不开放的，欧盟跟中国大陆、俄罗斯是不开放的，所以这个别的国家并不代表一定开放。那在很多谈判的过程当中啊，像这一种议题都会放在最后的时候去做谈判。那主委，您的呢？您的意见呢？您的立场，我们农委会的立场如何？我的立场还是零 PPB。对，我们现在不能有，因为我们的这个摄食的这个猪肉啊，是34到37公斤啊，所以那量很大，而且我们的内脏的摄取量，包括年轻的去吃卤味啊、大肠这一些东西，它是很高的这个莱克多巴胺残留的地方。我想委员是专家，对这个农委会的立场就是零，就是不能有，也不是我刚才说的10 PPB 或是更多这样子。对对，猪的部分是这样子，猪的部分是这样嘛？我们牛已经开放，因为牛我们一年只吃5公斤呐、啊。好，谢谢。所以是有个安全容许的概念。好，谢谢主委。主委，我接着下来想要请教你关于 TPP 的问题。我想政府是不是准备好了要牺牲我们台湾的农业哈？这个农委会对于我国如果加入 TPP 以后农业受损的情况有没有提出独立的评估？我们有，但是这种评估它是一个，那你这份评估有公开吗？静态的评估。静态的评估，因为经济部有评估啊，经济部有评估。主委你知道吗？有，我知道。经济部评估农业加上农产加工业的损失一年有多少你知道吗？
经济部的评估大概是700亿左右，590亿的产值哦，590亿，你是700亿，那所以说我们农委会也有你们独立的评估吗？对对。那你的评估可以让我们知道吗？我们本席可以有一份你们的评估报告吗？跟经济部，我们现在一直在滚动的评估，为什么这个评估不准哈？我会认为报告，因为它是一个固定的条件去做评估，其实在很多两个方面会变动，一个方面是谈判条件，像日本，我们的评估说哦，你降到零，所有的都降到零，可是日本不是每一个都降到零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对，那你这个是 scenario 的那个主委，你不要跟我讲这个，这个我知道。所以你的评估会有很多种嘛？你还有，没有错啊、你还有我们全，还有我们全国在哪些县市它的受损的状况？因为有些县市它是农业，它或者是它养猪，它特别多的，它的损害会更严重。还没有到县市、啊。那请问，对，请问我们农委会对于我国如果一旦加入 TPP 的时候，你们有做？它静态的评估也好，或是你要动态的，或是你要春夏秋冬都可以嘛？对，本席都认为你这可以，可是我们有没有评估？我们有做。你们有做？你们的评估可以公告给我们吗？我们现在还在滚动式的检讨，还没有翻。那为什么经济部的他们就先出来了？他是还有日本政府啊。我不知道主委你有没有看到日本政府有评估，他们加入 TPP 之后，国产猪肉呢是让出了70%的市场，这么的多哦。它是静态的，损失的年产值也高达4600亿日币，大约是我们新台币1200多亿哦。总体的农林水产损失是高达3兆日元，大概是我们新台币8000亿这么高哦。所以本席是想要请问，台湾加入 TPP 光是农渔业的损失，既然日本政府他们算得出来，我想这个泱泱中华民国的政府应该也算得出来，损失究竟是多少？如果我们像日本一样已经谈判完成，我觉得那个数字是他还没谈判完成是的时候的预估，所以你们现在也可以评估嘛？我们谈判也还没有完成嘛？对对对。但是国家一直告诉我们说要加入这个，要加入那个，包括你说他跟中国的货贸这么的繁杂的东西，我们的政府有没有数字数据给我们，让我们去做评估？这是一个，包括我们的稻米产值会损失多少，我们的养猪业最后产值会剩下多少？我想是在1997年口蹄疫之后，我们是大量的损失。那到现在已经18年的时间，好，我们也一直没有恢复到1997年的水准。那但是现在又要加入 TPP 之后，日本评估他们是让掉了70%的养猪业哦，养猪的产值哦。那我们呢？我们又如何？养鸡呢？养鸡又多少？近海渔业跟远洋渔业还有养殖渔业的产值又会受到多少的影响？我们的从业人口有多少？有造成多少人口要从乡村、农村、渔村流向都市？这些评估我们有没有？我们，我跟委员报告一下，就是说在这样子的一个动态的调整上面呢，我们是在做先期调整，比如说我们的那个人力，你到2020年18万的农业人口自然的离开，这自然离开包括凋零，包括他这个退休，所以像这样子动态的话，我为什么要培青年农民培育计划？我们培育计划跟他离开的也不成比例，就是说你要把台湾农业改变成为它是一个有竞争力。主委，我们都知道要改变，我们也知道要创新、要进步，哦、要有科技进入我们的农业。对，那本席刚才问你的这些问题，那个是我们农委会有没有数字？有数字，但是这些数字都是在没有改变的情况之下。你现在我们农委会编了2亿，要来给我们的小农买农机，然后另一手呢，你要加入 TPP 之后，有可能大家以后就吃进口的食品。进口的农渔业产品，那你又买农机给他们，你只给他们做3年5年，然后你又让他们引进他们去到这个做农业这个行业，情何以堪？所以本席刚才要问你，还会造成多少的哦？你现在有多少从业人口？这个很具体吧？对，对不对？你农业有多少人？你渔业有多少人？55万左右。那你加入 TPP 之后，
这些人你要有哪些会他会没有办法再做这个工作了，因为成本实在是太不符合了，好，那会造成多少人口，这个我想等一下我就直接书面给你，请你们也书面答复本席可以吗？好好，本席还有这边特别再请陈主委注意，我们台湾的畜牧业其中台湾的养猪业啊，有七成产值是分布在彰化以南的六个县市哈。养鸡业只除了台北市、新北市、高雄市以外，全国各县市养鸡规模都是200万只以上了，好，都是很大的。那这些县市的养鸡业也好，养猪业也好，在加入 TPP 之后，产值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跟冲击？农委会的报告又在哪里？好，我想这个是非常具体的东西。经济部既然他都可以估计一个数字，我想我们农委会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就是为农民而存在嘛。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请主委也一并答复我？好，这个是在一周之内可以吗？哎，我想两周好不好？两周之内本席的，因为我们没有用那个县市别啦，也没有用县市别，我们只有 total 的部分。我们没有县市别，那我们怎么会有 total 呢？那所以我们的统计是用你没有县市别，那你是一间一间个别公司个别企业去统计吗？他就是用整个进口贸易跟他的竞争额度，他有一定的这个办法。其实我跟委员报告哦，这些预估啊，其实跟实际发生的状况是不一样的。但是国家要加入这个，你至少要让人民知道，你至少让从业者知道我准备要转行了，或是我准备要再学习第二个我的专长，这是最基本的吧。你不可能让人民去送死嘛。我们当初加入 WTO， 我们当初用 GATT， 我们有让人民有一些准备，都大家都哀嚎遍野了。如今我们的政府是不管他去偷偷去谈服贸货贸，现在要 TPP 告诉我们说啊，加入是一个必要的趋势，但是我们国家给人民的这些统计的数字在哪里，会有多少的损害在哪里，我该怎么弥补，这个在哪里，这个主委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啊。我认为农委会应该把这些数字拿出来，那给全国人民大家来做一个参酌，大家也好知道说我该转行了，不是吗？或是说我要再更加入投资，我要增加投资，这个我觉得这个都有要增加投资。进口跟国内的区隔我们早已经做了，进口跟国内的区隔主要农产品我们都做了，鸡肉猪肉跟稻米都做了，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前面要去处理的。所以两周之内我这等一下会有，我后面还有一些书面报告，我就全部给书面报告哈。好，谢谢。那再麻烦主委回复，谢谢。谢谢。好，我们高志鹏高委员不在，薛玲谢委员不在，李同豪李委员不在，叶金玲叶委员。哎，不好意思，高志鹏高委员，好来叶委员，好来叶委员。啊，主席，有请陈主啊，有请陈主委。叶文好。哎，主委好。哎，主委，那个货贸哈，这个外面的声音好像是说先不要谈嘛哈，先停止啊哈，但是现在正在谈，对不对？现在正在谈嘛。我们已经上个礼拜。这个礼拜对啊，所以现在正在谈嘛，上个礼拜谈结束了哈。那这个谈到什么结果啦？这个农产品这一块我比较关心的是农产品这一块，这一块我们还是依照我们的原则是啊，我们不开放，那一直到最后跟工业产品一起去做计算这样子。走到这一步了吗？还没有啊。你要坚持呢，是因为我们农业很脆弱呢，是
但是我们现在也跟人家要很多东西呢。啊？跟大陆要很多东西啊。要到吗？如果他要得到，我们也要考虑啊。如果我们利益大于我们的开放，那这个我们要做一个仔细的评估，不要说因为我就坚持，然后到最后我可以要得到的好处都没有了，所以现在都还没有到最后定案，而只是在整个谈判的逻辑上要用这种方式。哎，你看，咱要可以要到多大的这个？我现在不能讲啊，讲了以后他不给我怎么办？哦，秘密了哈，秘密。啊、还有呢，这个我们的一个海关程序跟食品这个安全检验呐，哈，是那个这个动植物的防疫检疫措施跟原产地规则、技术性的贸易障碍跟贸易救济等方面，咱基本还没达到什么程度了？已经达成协议，这个部分对我们的要求，都达到了。我只可以讲这样，细项我不讲。OK， 因为这种东西啊，这个特别是这个通关程序啊、我们必须要非常坚持保护我们自己的这一个我最怕的也是这一块。不，我们最怕也是这一块。我们这一个把关的非常严。因为他们的简历哈，我们不放心呐、不放心。对，那这是对等的啦。我们给他规定怎么样，他也是对我们规定怎么样。我们要快速通关啦、什么东西啊？他也是在讲说，你对我的都不要快速通关，那我怎么给你快速通关？所以这个谈判都是这样子。那我们如果要求我们要快速通关，我们要什么条件？那这个条件会越来越……那如果我请教，对，越来越严格。如果说在快速通关这一个，我们不得不跟他配合的话，那我们有什么这个配套措施？没有，我们就是按照国际的规范齁，不能够超越。我们也告诉我们要销出去的这个农民，你不要把它看成是一个可以捡便宜的地方。你用这个全世界都可以通行的这个规范，我们一定来争取得到。齁，用这种方式。这样的话，只要我们自己准备好了，全世界都可以去销售。这个快速通关哦，对我们影响比较大呢。如果我们没有把关好的话，哈，他们很多是疫区哦，我们这里是没有、那疫区是不能进来，通通不能进来。好、通通不能进来。对，通通不能进来。Okay. 好。所以刚刚委员讲到重点了哈，我们很多项目如果说开放，可是他不一定进来，因为我们还有一个防疫的这一个条件。好。所以这个48小时这个通关的防疫，我们要非常的谨慎嘛，哈。是。好，我们要非常谨慎。先期作业要很严谨呐、啊。人手够吗？我们的这个防疫人手够吗？当然有点不足啊，因为量会增加了哈。对，所以我们未雨绸缪。好，我们的谢谢委员基层哈，基层的第一线的要补足。对。好，要补足了哈，这个是对这个快速通关。未来非走不可，但是我们一定要赶快把基层的人手补够嘛，要让它足够，我们才可以赶嘛，哈。是。所以这一点的话，我就请主委要多用点心啦，哈。好。因为基层人员有时候在赶工的时候，你精神也不好，做不好啊。好，对不对哈？所以我希望在基层这一块，我们尽量能够补足啦。好的，谢谢。嘿，还有这个小型农机的补助专案哈，我们这一次好像做得不错嘛哈，已经登记了好像2亿多了嘛哈。对，2亿6千万。哦，那我们再增2亿，再增加2亿。啊，那就6亿啦。4亿。4亿，4亿不够吧？我想我们因为时间很短就已经用掉这么多了。对，因为其实要买的人也大概在这段时间也都申请了啦。那我们还是以我给委员报告，就是以追溯 QR code 有机产销履历吉原谱这个政策性的让他先这一个核准。那这个需求量哈，我想主委，既然要帮助这些农业，尤其是在无毒农业这一块，这个工具很重要。是的，所以我们这边提出来，
好，没有说这个整个刺激消费方案里面会突然间冒出一个农业机械，我们体会到这个对农业的竞争力有很大的帮忙，可以省工省，对对，效率也提高，对啦，也一致性。所以我说希望说除了哈预起先的这个额度以外，能够再像那个交通局、观光局这样子，那个什么补助那个旅游的这一块能够增多。哎，一起去佚佗呢，去消费呢，那是要增产的，要生产的呢。所以这一块行政院你要跟他讲啊。有有有有有。好，他马上只有我们确定一倍耶。确定一倍。哎，我们确定就是从2亿到4亿耶。啊、哦。其他的都还在检讨。好好好。因为如果我们这个生产的好不重视的话，阿甘来可以再增加消费，那个是短期的效果。但是我们增加这个积聚的话是长期效果。是的、哦、是的。哎，来，我们署长好像有话要来讲这个现在的这个状况吗？没有没有没有。啊？可以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我是说委员说的很正确了，对。啊？委员说的正确。OK， 那积极的替尽量替这些需要的农民哈，麦哥底下，哥底下在排队啦哈，阿哥当那个额度啦，排无都无啊。是。因为当初我看那个申请，他有讲嘛，先来先准嘛，后边来额度版的就没有了嘛。没有，我们现在都。那我现在是要替那些说额度版的轻无搞的这些人恭维啦。对对，这些都可以，但是要符合我们的优先顺序，就是说你这吉原谱啦，这安全啦，这产销履历啦，有机啦，阿该的 QR code 追溯我就先。好好，那一般的没有参加这几个的组织的，之后我们的额度内都可以。好，哎，尽量的给他们机会，好不好？ 好， 好， 好，因为这一方面呢，哈，这个需求上是可以增加增产嘛，哈。是。那最后我要请问哈，这个仅用这个巴拉瓜的时间，巴拉瓜的时间，我们确切的。这个禁用的时候要怎么样来严格执行巴拉瓜的问题？我们现在还在评估当中，但是这一块呢，我们的政策是将来替代的药品出来以后，我们是要把它停掉。我们到目前还没有替代的药品吗？有有有，开始在试用，在发展了。因为什么呢？因为红豆的落叶剂。明年我们就可以实际的去运用。另外一个，你看看台北市跟宜兰，它禁止巴拉瓜去做它的公共场域的喷药。除了农地，哦，农地它现在还是没有禁啊，所以它是做除草剂用的部分。我们的原则是这样子，就是说，对于剧毒农药哈，我们要尽量的来把它这个禁用。这个是我们因为在国际上这些剧毒农药都没有人在用，那我们为什么还一直在用？对对，所以这一点、啊、这个问题在这里，对对，问题在这里，所以要慢慢的去去除。我想能够提早的话，尽量提早是好啊，尤其农民去用那个喷那个黄豆的话，真的很不好，因为他不按那个使用嘛。啊、天气一变，他就把它弄回来，弄回来一验到以后，这个产品都很糟糕。对呀、啊，对呀、啊，都很糟糕。农民也是不得已啊。对，我知道。我们所以干脆就用一个安全的、啊。我们就是帮忙他们找一个安全的啊对，比较毒性比较小的，是、啊、比较小的。对对对，提供给他们比较相对安全。好 好， 好，谢谢。好，不用来。陈欧博，陈委员不在。郑天才，郑天才，郑委员不在。邱文燕，邱委员不在。在赖正昌，赖正昌，赖委员不在。罗明才，罗委员不在。高金淑梅，委员不在。陈碧涵，陈委员不在。吕学章，吕委员不在。林德福，林委员不在。孔文吉，孔委员不在。廖国栋，廖委员不在。蒋乃清，蒋委员不在。发言啊、登记发言委员除不上场外，其余均已发言完毕，询答结束。委员张家俊、高志鹏、周林安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
书面质询和未及答复函委员质询中要求提供之资料，请相关单位于一周内以书面答复并付之本会。现在处理临时提案，请宣读。临时谈第一案，104年10月30日，为配合行政院推动消费振兴措施，农业委员会提出补助购置小型农机具实施计划，因登记申请踊跃，截至11月19日，申请总金额已达2亿5600万元，超过原先规划经费2亿元。农委会修正计划内容，凡通过农委会审查，并在104年12月31日前完成购置之申请者，全数纳入办理。然原计划补助的期间为自104年11月7日起至105年2月29日止，原要求农委会应依计划补助期限制规定完成申请及购买程序者，均应全数纳入办理，给予补助。提案人叶金玲、苏振清、陈明文等委员。好，我终止一下哈，黄伟哲黄委员在今天的所有三案的临时提案都是提案人哈。提案人第一案，提案人叶金玲、苏振清、陈明文、黄伟哲等委员。第二案，针对农委会补助购买小型农业机具实施计划，采购买后再领补助的方式办理，为了避免因农机具厂商的生产迟延，农民无法于计划期间内完成交货领取补助款项，导致无法落实，原提案要求农委会放宽领取补助领取期限，展延3个月，以维护农民权益。提案人陈明文、林代化、苏振清、萧美琴、黄伟哲等委员。第四，第三案，要求农委会应会商经济部针对在地所需农机之研发进行讨论与规划，并于1个月内2015年12月24日内将规划情形以书面报告送立法院经济委员会。提案人林大化、陈明元、苏令清等委员宣读完毕。好，以上三个提案，叶金玲委员也是提案人之一。好，以上三案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案通过。那现在我们先休息，由陈明文委员做这个主持我们法案的协调。那先暂时休息，进行协商，谢谢。好嘞，好，照案通过，好嘞，各位，好，都照案通过，好，谢谢，好，接下来，对，法案的宣读，好，接下来我们请，接下来这个农委会的主管非营业基金哈审查完毕，另外我们定期审查，还有第二，我们接下来就请渔业法第19条这个条文的修正草案，那因为审查完毕了。那因为这个只有一个条文，那我们就逐接哈，我们就逐条来讨论。那请先读。本院委员杨耀等19位提渔会法第19条条文修正草案案，宣读条文。第19条，渔会会员除第2项与第4项之规定外，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为出会一死亡；二有第17条第1款至第3款情形之一；三丧失中华民国国籍；四住址或船籍迁离原渔会组织区域；五除名。符合下列条件，自有前项第4款所定住址地住所定住址迁离原渔会组织区域情形者，视为未出会，但住址再次迁离者，一前项规定出会，一经行政院核定之重大计划；二原住所因征收而拆除且经政府列册有案，前项规定自中华民国94年9月22日施行。凡于民国87年11月12日前入会之渔会甲类会员，是户籍迁出后，又于民国87年11月12日前迁回原渔会组织区域，且特持续从事渔业活动，并按年缴交常年会费者，其渔会甲类资格视为未中断。宣读完毕。
要不要进行协商？有没有意见？好，那我们就进行协商，好不好？好。没有，临时提案你都那个，刚刚是林代瓦的这个主持的哈，都已经通过了。没有宣布过。有，都已经通过了哈。好，那不要紧的，有一名那个明天你们再谈，好不好？因为都已经这个宣读，可以的，没问题的。来，方向文字上对着麦克风讲，修正好不好？第一项的文字哈，在第二行后面两四个字，即第四项，这四个字为什么我们都没有？即第四项这四个字删除。然后，我们用修条文嘛哈，哎对，即第四项，这几个字拿掉，用行政院的版本来协商啊。给我们资料抗议，哎对，抗议，要有资料才有办法审呢、啊，嗯，哎是那拿掉，也是。那后面的这个文字的部分，把我们会里面的这个建立文字跟大家报告一下。于中华民国87年11月12日前入会之与会甲类会员（逗号）住址迁移原与会组织区域后，而于87年11月12日前迁回原与会组织区域，且持续从事渔业劳动，并按年缴交常年会费者，自其迁回之日起，视同再入会据点，没有错，没问题，是，好，好，那现在我们修正就是即第四项这四个字删除，好，咦都没有意见嘛哈，这个我们政府这个业主这边都没有意见嘛哈，好，那杨委员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了，好，那。立委有没有意见？我请教一下哈，我不是有意见，但是我要确信我了解啊，我要确信我了解。这个是农委会的修正版本。现在人在这里。这个是农委会的修正版本，是。啊，你这个跟杨耀委员的版本的差异性在哪里？他是。他们是主张没有第四项已经删掉了，没有问题嘛，对不对？他是第四项文字还在。对，他只是在第一项。委员杨委员提到的，就是以第四项这个是要还在了。那修正的建立条文就是删除即第四项这四个字，好，就是说，第十九条渔会法，渔会会员第二项规定外，没有即第四项。大概是这样子的哈，其他的都一样。对，其他都一样，其他都一样。删除只有删除。即第四项，第四项的。对，现在是yes的意见。对。那现在看看杨委员有没有意见？我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那看李委有没有意见？好。后面这一段一样还是？文字上。没错，文字都没有，文字都没有，都没有，没有变，没有变动，好不好？好。OK。好，那高委有没有意见？好，没有意见，那我们。是，市长先生，好，谢谢委员，好，谢谢。好，请宣读协商结论。报告委员会，宣读协商结论。渔业法第十九条条文修正草案修正如下：在第十九条第一项的部分，将与第四项之等文字删除后通过，另外在第最后一项第四项的部分修正为
于中华民国87年11月12日前入会之渔会甲类会员，住址迁离原渔会组织区域后，而于87年11月12日前迁回原渔会组织区域，且持续从事渔业劳动，并按年缴交常年费费者，自其迁回之日起，视同再入会。以上协商部分宣读完毕。好，请问各位委员，刚刚这个宣读的协商结论有没有异议？好，没有异议，我们就通过。好，那我们前段的审查已经完毕了，那我们依据这个审查的报告提报我们的 N 位。那请问我们本案需不需要交由党团协商？好，本案就不需要交由党团协商，我们 N 位讨论时就由本席来做说明。好，各位如果没有什么这个另外意见，我们今天的议程就处理完毕，我们现在休息，我们星期四上午9点继续开会，谢谢。